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王二姐私夫》，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今儿又不少，我很欣慰。老词儿，老词儿听的是味儿。楼上楼下啊，好几万人。哎，您听这味儿，包括天桥、长门地区、啊。我说这儿也没那么些，很多朋友都站着。哎，他站票了。这么些人都站着，是没座不落忍呢、啊、不好意思的都是花钱，人家凭什么就站着啊？我陪你们有座你也不能坐呀，我要坐下我对不起你们啊！您就站着吧，我也站着啊。观众跟我们都很熟悉，哎，都成朋友了，好多人我都认识。是啊，很多观众我都跟他们吃过饭，没少蹭啊。您这也闪一板落在眼上。你拿那边来，我拿那边。别捣乱啊！听相声别闹啊！不许超过我的声音。观众、演员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朋友。哎，应该是这种关系。而且是好朋友。哎，关系近。不管您什么身份，嗯，你什么大亨啊？大亨。老板呢？大款。非洲的酋长啊？啊。哪个部落的娘娘啊？嚯、哦，人上这儿来呀、啊？那有准吗？是吧？没准儿。往这儿一坐，没有身份高低，哎，都平等，咱们是一样的。对，而且我认为啊，北京德云社现如今还有一个功效。什么功效？解决了很多单身男女的问题。还有这功效？有。是吗？你不爱留神，我爱往心里去。看来您解决不少次啊。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一个人来，啊，来了些回就俩人了，啊，就交上朋友了，多好啊！哦，听相声还能搞对象，啊，嗯，进门交20块钱，嗯，挑去吧。好嘛，也有拿我们这儿当婚姻介绍所的，是怎么着？是不是？啊。20块钱也不叫多，嗯、找婚介200下不来，对，还托还多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对咱们的相声的前途啊，嗯，一点都不担心。哎，不说相声，干点别的，咱们也能活。这个地儿很多青年男女，嗯，从不认识到最后，现如今有处在热恋当中。哦，热恋了，我很高兴。哦，我很高兴，嗯、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那倒是，你请他外边吃顿饭去，你得花几百。对，这个坐这儿，嗯啊，俩人一人20块钱，哎，40，弄点瓜子儿，嗯，来壶水，是几十块钱，两完事儿了，哈哈一乐，对，多好。是，当然了，你也不能说图省钱上这儿来，啊，保不齐演出完了，出去吃顿饭。谁不吃饭？是不是该花钱花钱？嗯，赶上女朋友过生日，哦，买个礼物，那是应该的。送个东西，嗯，这不能吝啬，哎，不能小气，是不是？嗯，啊，你不是说不是说小孩没钱，那、哎、都挣钱了。你像我当初搞对象没钱那没辙，哦，那是话说来年头长了，哦，1920。你爷爷的事儿别说，就是我小时候。哎，说您，我那是我搞对象的时候嘛。啊，几岁？4岁。4岁，
不是，不是四岁，太小了，十四，那也小，十四，十四有这想法是吧？嗨，十八到十八，还差不多。十八岁那年，啊，认识我第一个女朋友，哦，初恋，特别好，不让我花钱，哦，他全他花，跟我说得花什么钱，也没钱，啊，是送东西干嘛？别送，嗯，别花那钱，记住了，一千块钱以下的你别买啊啊。就要一千块钱以上的，疼死我呀！啊，是疼他吗？这个我很实在，嗯，从来没给他花过钱，啊，就不买了。后来他过生日，哟，你说这多缺德！过生日怎么叫缺德呀？躲不过去这玩意儿，这非送不可。嗯，买什么呢？是吧？嗯，说你喜欢什么呀？嗯，说咱门口有一古玩店，嚯！那摆一大花瓶，嗯，那个我很喜欢，真张嘴啊，嗯，我就看见了吧，嗯，大花瓶跟那价儿一人高，嚯，我说这多少钱？嗯，经理乐，这没多少钱，嗯，七千，这七千，我一个月零花是三十，且凑不够呢，哎，我攒够了，他孩子上高中了，好嘛，那还送他这管什么用啊？眼泪哗哗的，啊，老天爷，啊，谁能帮我一把？经理问我怎么回事？哦，我把事儿一说，女朋友非逼着我买这个。是，你怎么没钱？经理说没事，我帮你吧。哦，这原来是一对儿。哦，那个呢？碎了，你看地上刚摔，一大堆碎片。哦，给你装一箱子。嗯，拿走。干嘛用啊？啊，你先去，我们打包人给你送去。哦，啪扔那儿了，一瞧，哟，碎了。反正你钱花了，有那标签儿。哦，那价签儿。呵，我说太好了啊，救你一命，谢谢您吧啊，嗯，谢谢您吧。我去了，我到了，我说给你订您生日礼物，你最喜欢那个，一会儿就来了，大花瓶，一会儿送来，一进门我一接，嗯，俩人假装没弄好，啪叽掉，你哗楞，真，哟，我这坏碎了，那得打一看都是碎片，哎，碎片是碎片，怎么了？每个碎片都包着一个兜啊。正品那么包装的呀，服务太周到了，好嘛，过了，这怎么办？气得我呀！啊，女朋友转身就走了。哎，对，明白了吗？上那商店找经理打架去。啊，说你是人吗你啊？你这不回我吗？啊，他乐了。是啊，几千块钱舍得花。嗯，我能让我闺女跟你吗？啊，好嘛。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哎，我也不爱提这个，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事儿过去就算了，啊，没有别的，希望咱们这青年男女啊好好过，对，有好日子得有好过，哎，得好好过，国家提倡一夫一妻，是仨人好好过日子，对，哎，你先等会儿吧，不，傻文，你先别往下说。一夫一妻，仨人好好过日子。对呀，啊，您算得过账来吗？废话呀，怎么仨人啊？一夫一妻啊，俩人，一个夫人，一个妻子嘛。好嘛，没听说过啊。仨人好好过。不，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怎么了？一夫一妻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不是一个夫人一妻子，是吗？啊，那现在叫二奶，那不让提这。你他们骗我？哎呀，您还真信呐？好嘛，我总而言之，我是好意啊，是不是？同您大伙儿，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嗯，就是咱们好好聊聊。哦，好好聊聊，听相声是您生活的一部分。对，希望大家都幸福。嗯，千千万万注意，这男的啊，嗯，不能够节外生枝。不，聊天可以，就别往桌子上坐了，上炕上惯了，好，好好过日子。哎，向于老师学习。啊，我。于谦的生活很幸福，我是不错啊，嗯，买大房子，哎，对，楼下200多平米，反正不小，190万，是房子190万，装修用了2000多块钱，没装过，扯了，等会儿吧，等会儿，没数，你数2000多，这数得过来这个。
甭数了啊！这190万的房子啊，我装修花2000多块，里边没门儿这个。买纸篓就花了2000多，我要那么些玩意儿纸篓干嘛呀？你爱脆弹呢是吧？这房子我住不了多长时间。啊，哎，说这意思，嗯，这意思，有钱一进门啊，护我，嗯，迎面啊，一进客厅迎面挂着12块表，花那么些表干嘛？英国时间、美国的、印度的，是吧？我开一酒店，有钱吗？有钱挂那么些表没用啊，这撑的呗，是吧？这糟那是撑的呗，又是有钱啊，这现在生活幸福，我们嫂子也很好啊。俩人一出去，大伙儿看着都羡慕。哎，是说实在的，于谦当初搞对象太可乐了。怎么了呀？他这个脑子呀，反正怎么说呢，这是去年刚开化。我这晚点吧，这个原来这智力也差着啊。嗯，我们做过 X 光的透视啊，那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就这么点儿，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是吗？好嘛。搞对象不懂，一概都不懂啊！这开窍吧，25、26了，跟傻子似的，还不明白。一天到晚坐屋看书，哦，就爱看书啊，看闲篇书，聊斋，哦，学聊斋，看聊斋，拿着当真的，哦，这也当真，疯子嘛啊！是拿聊斋当纪实文学那么看，太不开窍了这个啊！还跟我说呢，你看哎，你看人家这都跟仙女、跟狐仙结婚，哦，我什么时候啊？我说你有病啊，这怎么着啊？嘿，那你找仙姑去啊？那能找吗？嗯，你能跟仙姑结婚吗？找去能吗？啊，跟仙姑结婚，我就是仙姑父了。仙姑父有这词儿吗？我说人家还有女鬼呢啊！我就是鬼姑父了，鬼姑父了。我还有神仙呢，啊，我神姑父，神姑父啊！我还有蜜蜂呢，啊，蜂姑父，蜂姑父，离傻姑爷就不远了。这好嘛啊！我找去，我得找去，真找。扔了书啊，奔西山了，进山了。哎，打对过来仙女哦，手捧清泉款孟欢，好家伙，吃完赶紧走啊，走5分钟又回来了。干嘛？我想你了，看看。嗨，那么远就甭耽误功夫是吗？两口子过日子就怕逗闷子。怎么叫逗闷子呀？闲着没事啊。你爸爸不就是村长吗？你看我，啊，我是一捧哏的。我了不起，知道吗？你以为你不错？嗯，我们后台，那刘云，很好看，大个儿啊，要什么有什么。说，想说刘云天啊，说是刘云啊，没天。媳妇儿一琢磨，刘云像个女的名字哦，打这起就盯着你。哦，这没有必要的事儿啊。瞎说。你睡着了，媳妇儿坐起来，嗯，拿袜子套在脑袋上。手电翻你的衣裳兜检查呀啊，改了特工了啊，嚯，翻数你的钱，嗯，看多少钱哦，看短多少钱是啊，100短了就短了，嗯，保不齐跟朋友吃顿饭什么的就花了，看看有没有别的相片，有没有啊？哦，相片不行，就怕这个，哦，就怕有相片，知道吗？郭德纲的相片有一个车都没事啊，那搭档嘛，就怕有张张曼玉的要亲命啊，张曼玉都不成，你媳妇哪看过这个去啊？可急了，坏了，跟张曼玉怎么？怎么样了？好嘛，两口子打架啊！还有这演出票，票怎么了？一张也没事，单人自己去的，对，3-4张同事一块儿，这没事，就怕两张，你不定跟哪个女的去的。嗨，所以郑重其事的告诉大伙儿，啊，出门把票都扔了。好嘛，没人这么琢磨，也没事找事儿，啊，两口子过日子，有了孩子，这家里更热闹。孩子添一口人，添一口人多好啊！啊，可是正确教导孩子也很重要。哎，得教育好，是不是？嗯，家里这正忙活要吃晚饭呢。嗯，这忙活着呢。一推门，孩子进来了，哎，哭了。哟，这怎么问问？得问呢。啊，小谦儿。哎，不是你咱们哎，爸爸，不就是哪儿啊？怎么着？别这怎么叫这名字？别叫，不叫这个，没我什么事。啊，好啊，不叫名字。对，儿子，哎，还是叫这个吧，啊，还是叫这个吧。你看这跳飞禽兽嘛？什么呀？怎么回事？哎，问问为什么哭啊？哎，张爷爷打我了。嗨，
你看这男的急了，你怎么打孩子这么大岁数啊？我找他去，那就问问呀。媳妇要会做人都会做事的，怎么办？就得拦着。哦，嗯，别闹别闹，谦儿，还是我，怎么回事啊？嗯，张爷打我。哎，不许说谎啊。嗯，张爷是那人吗？就是，打你小的时候，张爷多喜欢你，哎，那么疼你，背着你，抱着你，啊，给你搁肩膀上，嗯，那么张爷的肩膀压成那样了。张文顺呐。你记得你去年淘气吗？嗯啊，这张奶奶熬了一锅汤，搁在院里边，你把你爸爸的袜子扔里头了。哎，人家老两口打起来了。嗯，张爷还埋怨张奶奶，怎么说？海带为什么不切？哎，这爷爷眼神太差了。啊，张爷喝完都中毒了，不至于。啊，人好了之后，人家都没说过你，没打过你。你看看啊，怎么会打你呢？啊，你准是淘气了，哎，知道吗？别闹了，去洗脸去啊！饭熟了，一会儿那卡通片演了，哎，动画片看电视，小天的故事啊，离不开这个似的。说这意思，说这意思啊，行，很好啊。哎，这就劝过去了，这就过去了吗？啊，就怕这个，一家子糊里糊涂哦，没事找事儿，怎么要了亲命了？不行，你这丈夫回家了啊！嗯，下午六点半下班回来了，推自行车回来哦，大杂院一瞧自个儿那家门啊，嗯，锁着没人，那帘都挂着呢哦，瞧这讨厌吗？掏开钥匙，捅开门进去一瞧，被窝还没叠呢，真乱。头天那痰桶跟那儿满登登的，还有呢，赶紧端出去倒了。嗯，找吧，大杂院自个儿媳妇儿不定跟哪屋呢。哦啊，谁上哪儿去了？干嘛去了？打这屋蹭这媳妇儿出来了。嗯，喊什么呀？哦，讨厌，你真不开壶，这几把牌打的玩牌呢？你这二年怎么的就不开壶？嗯，二年不开壶啊？要我这脾气比他还大呢。回去吧，进了屋了，你也不叠被，叠什么呀？一会儿不还得睡了吗？好嘛，痰桶你也不倒，嗯，倒那玩意干嘛呀？嗯，吃什么呀？买去买去买去，现买。行，我买去。嗯，转身出去了，买点饼吧，省事儿吧。嗯，买点饼，买点火腿肠子，乱七八糟的。嗯，买点回来，来吃吧。吃啊，大饼卷那肠子。嗯，讨厌，就讨厌吃这东西啊，还挑眼。鱼翅捞饭多好啊，是好。拿饼没法夹，废话，有烙饼卷鱼翅捞饭的吗？我挣多少钱让你这么吃？嗯，再一个也架不住你收钱的呀。那是。别废话，别废话，谁要出钱？我那年还挣六毛呢，是吗？好，没二年以前的事儿了。吃个正吃着，门一开，孩子进来了，哎，哭了。怎么了？怎么了？张爷打我，你瞧瞧，这么大岁数欺负孩子，嗯，我打那算账去啊！真去啊？你瞧，媳妇得拦着不拦着？对，呵，你找人算账去啊？你打得过人家吗？哦，张文顺多大能耐啊？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人练过，一看就是。这样练过？那是武术的架子，知道吗？没听说过。据说架子扎歪了，知道吗？纸架子呀，你打不过人家，你还跟人家拼呢，他你倒霉德行啊！嗯，缺德孩子也是，蛤蟆转长虫，掏上一王八，三辈没眼没玩意儿，哪儿这么一套一套的？啊，缺德的挨刀的，那，是你弟，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啊！哼，你还要跟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嗯，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你啊，胳膊像葱管啊，手指头像烟卷，脑袋像小碗啊，就你那脑袋还没张爷那粉刺大了，知道吗？好嘛。有那么比的吗？你那是作死，就是回来吧，别去了，拿着菜刀玩命去。这样的日子你说怎么过啊？不能这样，鸡吵鹅斗，家里边必须保证不出事儿。哎，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很主要。对，从古到今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哦，还有故事啊？你说梁山伯祝英台，梁祝哀史啊？你说说玉堂春？哦，王三公子啊，王三公子，对，都写了很多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对对对，包括武家坡。哦，王宝钏看过吧？哎，知道这薛平贵、王宝钏，对啊，王宝钏、王三姐苦守寒窑。嗯，十八年多不容易，等丈夫回来，嗯，没回来，没有吃的，嗯，拿小铲出去挖野菜，
你看，吃野菜充饥糊口，等了18年，丈夫回来了，嗯，当了皇上，嚯，骑着马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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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走到武家坡一勒马，瞧见自己的妻子跟那挖野菜，嗯，啊，心里不是滋味，对，两个人见面一聊天一说是夫妻团圆，哎，好了，还有一句唱啊，什么唱啊？嗯，老生有段唱啊，是吗？给锭银子嘛，是的媳妇吗？怎么说的？折锭银3两7，拿回去买烧鸡，买苹果，买鸭梨，买一把刀。我的儿子你就笑笑皮呀、啊、谁说的哪有这词儿啊老词儿吗什么老改一七得了这说现在这个谁说的呀老词儿就解没听说过的 啊就说这故事啊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用处什么王二姐四夫回碑记哦摔镜架哎这知道吧啊知道这个民间故事也是这样嗯啊这个王小姐她的这男朋友叫张廷秀嗨赶考去了一走、嗯、走了6年都没回来哎他每天跟着等嗯自己的父亲也好别人也好威逼利诱劝他改嫁从来没答应过哎对终于把丈夫盼回来了嗯嗯很多的戏曲曲艺形式都唱过这个哎都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嗯在民间一说王二姐四夫没人不知道了、哎、这都知道是不是对对你说评剧啊大鼓啊莲花落都唱过这个、嗯、对各有侧重不同都有这段子你像评剧唱这唱的多评戏啊王二姐四夫哦大回悲记是是尤其后边小生在花园里唱完之后啊后半段有这么一段滚板唱腔嚯、哦、这个很好嗯嗯因为什么呢啊他不用文场只是拿板和鼓壳着哦这只是武场要求演员的嘴里边得干净、哎、您给来了这段怎么样 啊来了这段滚板唱不好没事大伙鼓掌不唱不合适啊那您就学一段唱起来是这样的 啊什么味儿、一病散居无有灵殿前饭钱全落下无有银两把账清掌柜的一剪红了脸李师哥将我赶出店门厅二哥我们处在无忌奈花子堆里的把身中有名花子360无名的花子数不清头一个花子叫赵普他的名字赵瑞清二一个花子叫海瑞他的名字叫海刚峰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李富李贵二弟兄万岁爷开着澳洲厂州厂的老儿叫烟峰那老太太的事见得见得满地满撒地撒来拼地拼众家花子动了目五朝门外打烟峰自从打了烟阁老热闹万岁把气生万岁爷传圣旨将我们发配到苏州城别人发配起码坐着轿二哥我是八个镇子抬着一个小木火龙发配来在苏州地才与二位得相逢这本一王真情话并无虚假我们二位崩嘿、啊真不错好听啊啊这是评戏评剧东北二人转唱的唱的也多二人转啊二人转唱这个王二姐四夫也有这段子回悲记嗯小生在花园的时候唱那个调叫穷棒子调嚯学名叫靠山调嗯 嗯4万多句啊那么长下午就来回唱呗这好嘛全是废话可是好听嗯咱学不了人这个味儿大致是这样的您再学一学词儿多啊简单学这么几句嗯嗯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一公啊口尊声王二小姐要你是听啊想当初我家不在你们苏州住家住在山西县洪洞只接因洪洞县里连遭荒旱一连4年未得收成头年荒旱没下雨二年头上被大水冲就数3年清苗好5月13起了荒虫第4年5月12下场口雨儿啊直下到8月16才把天晴啊哎哎哎哎
好人家乱唱这个。咱们曲艺里边来说呀、很多曲种也唱。什么呀？早先京韵也唱，后来不唱了。哦，西河有这段。对，我认为铁片儿它就有特点。这是烙挺大。铁片大鼓唱这个幽默诙谐，很多演员都爱唱这段。啊，是吗？听起来很好玩。这么着吧，嗯，您再来来这铁片大鼓的这个。铁片的王二爷。哎，对对对。八月里的秋风。小眼双单打独根草，挂的匾儿甩子儿啊，在桥门儿上，燕儿飞这个南北，知道冷热，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苏州城住着一王老员外，家大这个业大，广有余粮，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儿啊，姑娘她是长大成人，许配夫郎，二姑娘许配了那张廷。张廷秀到南京前去赶考，一去了六年呢、未转还乡，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八斤饼六盆汤，吃完了学为撑地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赶紧的搀着二妹妹干嘛去趟茅房，饭桶啊，欣慰啊！大伙儿来是因为爱听相声，是后台都是说相声的。哎，相声大会嘛，很多演员，尤其很多演员都是名门之后，是吗？老师都很了不起，有这样的人，邢文昭先生，这是他是刘宝瑞的徒弟，哦，李文山先生，王世臣的徒弟，对，张文顺先生，佟大方。嚯，于谦，我是何云伟的徒弟啊！等会儿吧，大辈儿，嗨，行了行了，我都不知道跟他怎么拎、啊，咱俩就别拎了，没辈儿了，我就，咱单说，咱俩单说，行、行，甭单说了，先拎后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于谦啊，相声界一个奇才，哇，好人呐，嗨，其实说良心话啊。他不只是说相声啊！我不只是说相声，他家里有钱呢。哦，他说相声完全是出于兴趣。哎，我爱这个，跟各位一样啊。您是爱听相声才上这儿来的，对，他是爱说相声才上这儿来的，就是这两点不谋而合。有人说了啊，我不爱听相声，哦，我看点别的也可以。是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哎，您随意，每个人不同的爱好，允许。对，拿我来说，我也有别的爱好。哦，您还喜欢什么呀？说相声只是我的工作。哦，除此之外我有别的爱好。喜欢什么？我爱看芭蕾舞。哦，
高雅艺术，最爱看这个，是啊，养眼是吧、啊？没憋着什么好心，您艺术啊，艺术，您按艺术那么看了没有？前些日子啊，三和芭蕾舞团，三和，三和，三和市芭蕾舞团，嗨，那也不大。排了一个世界很有名的芭蕾舞剧，什么《小天鹅》的续集哦，《大烤鸭》，跑不了，在通县北圆环岛那儿演出。哇、哦，我去，嗯，买票，哇、哦，对咱来说10块8块买张票算什么？不在乎，买躺票，躺票，头一排躺票，他妈躺着呀？你们都坐着看，我躺着，哦，躺头一排。好眼神啊，不错，我特别喜欢看芭蕾舞啊。行，我知道您这爱好了，连颈椎都治好了。嗯，我很喜欢这门艺术。嗯，哦，我还喜欢看马戏。马戏，哎，耍狗熊，哦，耍老虎啊，那是功夫，训狮子，对，咱们瞧都害怕。嗯，他跟那儿训多好玩。我去看啊，观众都叫哟，这干嘛？大老虎，老么大，老么大，大老虎，大老虎吗？一个大姑娘跟那耍着老虎，她不害怕。人家最后这姑娘嘴里叼块糖，嗯，老虎过去，糖给糖叼走了，吃了，人没事。嘿，好心人还鼓掌，我说这个啊，我也行啊，您也行，跟那老虎签开啊。您等会儿吧，啊，您等会儿吧，把老虎牵开。我要来叼那糖去，我弄一天我都不累，我告诉你。那姑娘累了，商量商量什么呀？啊，没听说过。我最喜欢这些高雅的艺术啊。好，你别看我看这个，我这没有别的不良嗜好。是啊，你抽烟喝酒这我都不会。咋没有？从来没有。不赌，郭德纲玩牌没有，门也没有，不干这个。这好，这几样说良心话不好。哦，旧社会管这叫什么呀？嗯，五毒。啊，说五毒俱全就是说这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这不好。哎，你们家有块匾是这个哈？你们家才有这匾呢。我记得客厅里五毒俱全吗？没有，没有哈，没有。摘了，摘了，后来摘了，压根儿也没有啊。吃喝嫖赌抽这几样。人可得千万小心哦，要是一过分连命都得搭里头，连命都搭里头，坑家败产就因为这五字，至于吗？你瞧，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啊，吃喝嫖赌抽得有钱的命啊。对，你这吃不上饭你还能这样吗？没钱干不了。哎，非得有经济支柱，知道吗？得有钱。他们家行。我们家家行。那我们家他祖父一个政客，当官儿。哎，他这个怎么说呢？啊，独特的身份，他挣钱就容易一点。哦，在政治界很多年，是是，北京丐帮的帮主。丐帮帮主算政界的呀？从政很长时间，啊，明朝他们家祖传的，知道吗？有根棍儿，拿着这个举着杆上打狗棍，不是这个。没有贬你们的意思啊！啊，没有说你爷出去拾破烂要饭去，没有。那不是丐帮帮主呢？不要丐帮啊，他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哦，天底下凡是要饭要了钱，都给你爷。那个老头出去西装革履的，坐车哦，也有派，身边美女环绕，往这一站，大企业家一样。嚯！啊，秋高气爽了，带着这些美女，老头出去玩去。嗯，你怎么看？你是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哦，就那么有份啊！拄着拐棍嗯，天青水碧，鸟语花香，嗯，扶了扶金丝眼镜，拿手一指，嗯，你们看，嗯，南面的山坡下面是不是有块饼啊？嗨，还是要饭呢？你看点什么不好呢？你这个职业习惯，职业习惯，算了，甭提了，干这有钱，家里有钱，啊啊啊！所以他们家具备的资格，吃喝嫖赌抽。哦，有钱就干这个，都是这样啊。他挺继承他们家特点的，我还继承。
成这个。你看长安的街坊都知道，啊，于谦喝酒那没数啊，这我好喝酒，酒是好东西吗？啊，论语上有这么两句话，怎么说？酒是爹，菜是娘，喝喝就比枪毙强啊。论语上有这词儿？论语上有这个？哪儿啊？回去翻翻，有这第四篇，第四篇甭翻了，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这都论语上写的，这都论语上写的。少喝对身体有好处，嗯，舒筋活血，有助消化。对，拿它当正事儿干就错。天天喝，你跟他似的，我真处处喝酒啊。哦，喝酒跟印驴似的。有这么喝酒？身子疼，一块喝吧。啊，往这一坐，我这筷子还没拿出来，撕兜呢。嗯，他那等等等等等，先喝了四杯，了得上这么大杯白酒，咣咣这么喝，有量呀。看着害怕呀。嗯，喝一会儿站起来。走肾，哦，上厕所走肾，嗯，得把这酒尿出去，嗯，啊，不去洗手间，那上哪儿？饭馆门口，花池子，哦，啊，我们跟着怕出事啊，嗯，啊，他没事，他稍微有点晃晃，啊，挺清楚，回去甭管我，没事，嗯，说话挺利索，是，往这一站，一拉这个夹克这拉锁，呲儿拉开了，哗，哎，上厕所拉这儿拉锁。薛微的多了一点啊，那不是薛微了，那已经回来坐着，别喝了，别喝了，不行，还喝，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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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火嘛，接着喝啊，喝完又出去了，你这会儿跟着急了，别跟着，不让跟着，上厕所跟着干嘛？回去，就是都回来了啊，他转一圈又回来，嗯，一进门看着来还逛悠，哦，你怎么了？哎，没事没事，嗯，这是解皮带，蹲在桌子这儿啊，吓坏了我们了，哦，他拿着当厕所了。要了命了，给我裤腰带都解了。啊，于谦，哎，哎，叫我，他急了。啊，别敲了，我也没带纸。嗨，哎，喝太多了，很有量的一个人啊。有量还能这么喝？好喝酒啊！他爸爸这点就好，不喝酒。他们老爷子不喝酒，哎，好抽烟。哎，这烟勤点。有认识他父亲？嗯，于少谦。啊，于少谦。我们家这味儿怎么拎的呀？这是大户人家按家谱排，于谦这儿，于谦，他父亲这儿，于少谦，于小谦，于再谦，于右谦，于还谦，还谦呢？甭谦了啊！没听说过我们家家谱倒着排啊？那不叫这，你爸，你爸叫于德云，于德云，我爸爸叫哪辈儿都占啊？于德云，于景，于景福。甭提这名了，你就说我一个，你挑一个，你挑一个，我甭挑了啊啊！他爸爸了不起的人物啊，随他爷爷从政，哦，也当官，在公安机关上班，嚯，老警察了，是，我上单位去找他父亲啊，一瞧一团上午精神，哦，你这一喊，我在这儿呢，啊，他爸你出来，就这两步走，你看吧，受过军训，哦，这一喊的这一出来啊，嗯。就这两步多料呢，这个他腿有毛病，腿有毛病啊，特别有意思，往这一站，跟警察们客气极了都。哦，报告政府啊，犯人是怎么着？就说得教你犯人说话呀，教你犯人说话。这一句一句教，用得着吗？这说这意思啊啊，老爷子得天独厚，净人给送烟。是啊，一天到晚抽，一根接一根。哦，伸出手来十个指头，嗯，一个里边加一根烟啊，这样抽。这烟瘾太大了吧？看着麻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么抽不过瘾，嗯，买烟叶儿，哦，抽烟叶儿，成斤的买烟叶儿回来搓，啊，搓完了，红葡萄酒洒在上面，哎，香啊！咱不懂啊，不抽烟不知道啊。是，据说这抽完柔和，啊，对，抽着烟是甜的，哎，是，都一样。嗯，他母亲舍不得，哦，都挺好的葡萄酒，你倒那上面了吗？偷偷摸摸换的酱油，酱油撒上，你抓把盐，嗯，来把辣椒面，不。来把孜然，什么都往里倒，卷完抽啊啊，挺好，口重就是啊。嗨，抽了一个多月，站在胡同口，小孩过来都问他，嗯，爷爷还有大腰子吗？好嘛，烤羊肉串儿呢这。这味儿不老对，那是不对。抽这个，后来于谦上四川演出去，啊，当地抽水烟，啊，那大桶子，大竹桶子，对对对，这越长越好，过滤的好。是是，里边装水，这儿一抽，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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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尼古丁全过滤到水里边了。哎，他爸爸抽这不过瘾啊，咕噜噜咕噜噜噜噜，抽完了把丝儿拔了，噔噔噔噔噔啊！喝那水啊，痛快呀，他痛快，这才过瘾，好喝这个是吧？嗯，后来又好闻
鼻烟，鼻烟也好，鼻烟粉末状的，是不是？老北京好这个啊，对，现如今不多见，是，就是大石料天惠斋还有卖，只有这么一家了。饿他吧，一去把脑袋搁在柜台上，嗯，到家一个鼻子眼来二斤，嚯，这么笨呐，喝没喝能抽，一天到晚的喝出桶子，嗯，抽烟袋，哼，抽烟叶，啊，闻鼻烟，不干别的了，人都弄得齁瘦齁瘦的，啊，坐在街上靠着墙角抽，嗯，街坊都吓坏了。赶紧报警啊！啊，这有一自焚的啊！嚯，呕咽的这儿，警察来看看，您、什么眼神？哪是自焚的？就是腊肉，腊肉，抽成什么模样了？好这个、啊，这还都好哦，千千万万可别是沾上这瓢。哦，嫖不好。有这么句话呀，劝嫖不劝赌。嗯，这个字儿很厉害，《论语》上曾经说过。又《论语》？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嗨。论语逮什么说什么，条门深似海，去进不来，这都是论语说的。您就别说这论语了，谁好这个啊？于谦不好这个，于谦的父亲也不好这个，我们都没这爱。于谦的父亲好这个，于谦父亲的哥哥好这个。于谦，于谦，你们家，你大爷吧，你大爷，大爷，你大爷。怎么说话呢？这是、哎、这没有啊，这个我是说你父亲的哥哥，你大爷吗？对吧？您骂人，你怎么了？您说这人是这？对啊，是啊，是啊，谁呀、啊？您看，对啊，什么您就对啊？您这说着说骂人还对呢？你看我说这人呢，你小心眼儿，你干什么？不是小心眼儿，我不知道这，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怎么？我就给大伙介绍介绍他大爷怎么成一个嫖客的，知道吗？哎。不是您可别说这个，好意，不是您什么好意啊？真事儿，您这可不成。怎么呢？我这刚才都说我们家这抽烟喝酒这都没关系，您说这我们家人可没这毛病。不是，你看您，不是咱说可是说您，咱先说头了。个性是？不是个性，您这说这没眼儿。呀，我没说头里边。不是，我们家有别的意，我是好意。好意也不成，您说这我不爱听。咱光露脸吗？嗯，这露什么脸呢？急了不是急啊，您这说别的都可以，都是小毛病，这可是大毛病。你这别急是白脸，我们家人没这毛病。不是，您那说什么都是。我错了行吗？别闹，别喊人笑。不是谁笑话您，就我错了，你打我行吗？啊，我干嘛打？我犯不上。您别要恨他，你骂我，你骂我。我不会骂人，你我就说你催我，你催我行吗？你催我两口，你解恨，催会吗？我干嘛催你？呸！你解解恨，你解解恨，你解解恨，这是啊，行，这回我解什么恨了？这回该你了，来吧，这回该你了。我干嘛呀？我不是你这你不依不饶的，怎么了？这是不是不依不饶？这事儿是没法不罚我行吗？啊，这罚你什么？我错了，干嘛呀？罚我钱是吧？哎，大哥，哎，乐了，乐了，就这玩意儿知道吧？你看这，你咱钱乐了，我就知道你这毛病知道吗？不是罚我。罚我行吗？你就得了，甭罚您了。那走，很快的，走去买套房去，去。对吗？干嘛挤的谁呢？对吗？拿走。谁呢？我不在乎钱。不是，说实在的，我也不在乎。你说这干嘛呀？咱不拿这当回事儿。不就五块钱吗？埋死你！埋死你！啊，你埋死谁呀？这钱不是没有。说两句，咱就这样，拿走。十块钱不行，罚我！罚我！罚我吧！罚我！罚我吧！我错了，行吗？干嘛呀？我错，罚我得了。啊？钱嘛，我错了。你看，罚我。那钱的事儿吗？这有什么呀？啊，合适吗？咱就是说事儿，你那这个没意思，那个没意思。干嘛罚我？罚我？拿着你罚我？干嘛罚我？你看，罚我吧。多少钱？十块、啊。找你这五块。您那哪儿啊？您骂我一句，还拿走我五块钱？什么人性这是？小心眼儿知道吗？小心眼儿。得了，谁甭罚谁了啊？谁甭罚啊？他大爷确实是嫖客，还来呀、啊？不是，你听半天了，你不说完这多别扭，听吗？这叫起哄啊！观众永远是正确的。把这事儿搁徐德亮身上怎么样？他是你大爷，没听说过。您说他得了，甭说我。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还真事儿呢。是他伯父确实是好人，老爷子热心肠，这话行，特别好啊。他当年出过国，大生意人，哦，都跨国了。哎，有生意，
哦，在国外没事外边花钱去，跟那回上新加坡嘛，哦，出点笑，出点事儿，怎么了？上新加坡吃饱了没事儿，上哪儿玩去呢？当地人告诉他，上哪儿？亚龙湾，好好地方，红灯区，啊啊，大爷挺高兴啊，嗯，太好了，我终于找到这儿了。就奔这儿去的，我去参观学习吧，啊，嗯，一瞧啊，街两边站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好看着呢，哦，啊，过去还问了，哪儿的？嗯，你哪儿的？哪儿的？我背景的，背景，我还藏着我呢，没一准地方呢，说瞎话，说瞎话，小中国话不利索，不去了。前面有一大宅子，大院子，当地红灯区，政府允许的。哦，你大爷去了，蹦进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在当地很有名啊，是叫艾艾苏。哎嚯，嗯，你一挨着她你就苏了，那就这么漂亮，好看。啊，我李大爷乐了，把买卖都挪到那儿坐去了，好嘛，把自个儿的钱都汇到人家妓院的账上了。哦，天天挺跟着高兴吧？嗯，过了没些日子，钱都花干净了。回国都回不来了，没钱了，走了了。嗯，这艾苏还不错啊，你也别走了。不是，不是，怎么这味儿？这艾苏，云南，云南，不像普通话吧？哎，这您就说普通话，别走了。哎，你住在这儿吧？嗯，在我们这儿干点别的活，扫地、倒水不也好？打打零工，就是我给起个艺名吧。还有艺名？挨着我最近，嗯，大了苏，大了苏啊，大了苏，哦，挺好。好好，跟这儿天天干活。嗯，哎，这天又来一客人。哦，你二大爷，我这俩大爷全干这个啊。二大爷去了，嗯，有钱，哦，高兴啊！一进门把支票拍桌子上了，呵，坐这不走了，带钱来的啊。尤其瞧瞧艾苏高兴，嗯，做首诗吧。哦，还写诗？哎，倾国倾城世间无。好，艾苏说了，嗯，美人还需贵人扶。会说话啊！你二大又说了，嗯，万两黄金中何用？哦，你大爷说了，嗯，明年一对搭了苏，全这样了。你翻个老于家那家谱，有这段事儿啊？哪儿啊？甭翻了，没这事儿啊。嗯，这个你可注意了，色字头上一把刀，忍得过去是英豪。哦，千千万万别因为一个色字把自己害。对，是不是？别沾着，绝不能沾。哎，这个跟吃是两回事。吃，你看吃喝嫖赌抽，这吃算一个字儿，但吃是最简单的啊，吃点喝点，人不能不吃饭。对，《论语》上说过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论语》逮什么说什么，知道吗？啊，吃是分怎么吃，嗯，不能胡吃，哎，那对，不能乱吃啊，也不能舍不得吃。哦，还有舍不得吃的，您他就是，他就是啊，打我认识他，身上就带10块钱。一个没跑了，知道吗？请客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请人吃早点。早点便宜啊，要一碗炒肝俩人吃，请客。俩人吃一碗炒肝，啊，今天中午来饿了，门口摊套煎饼，嗯，一边吃一边哭。哭什么？这得多咱吃饱了，这个。嗨，啊，舍不得吃。这点来说，你三大爷不错。我哪儿那么些大爷呀，啊，我？哎，我也纳闷啊。纳闷了，您就说吧。那个老爷子会吃，嗯，也舍得吃啊。哦，山珍海味，什么叫时兴的海鲜？嗯，只要一下来就吃，哦，对身体有好处。汤汤汤汤汤汤，嗯，准得吃了它补，啊，而且为了有助消化，吃完之后一会儿还倒上来再嚼一遍。这个养生之道，我三大爷牲口啊，啊，是吗？您说这倒教的是吗？什么事嘛？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事嘛？您还没定死呢，是的。注意消化。我问问他，啊，我说外边人都卖这个营养品，鳖精什么的，您来一盒儿，啊，不喝那个，哦，不喝这个，不管用，骗人，不信这，知道吗？做鳖精的那个，买一个王子熬汤，嗯，熬完之后兑水装瓶卖，啊，干7年了，一个王子没用了，嚯，纯粹骗人，我不吃那个，啊，于谦他爸就干这个，知道吗？好嘛，我不喝那个啊。我得吃点独特的东西啊！吃什么？我说老爷子交给我了。哦，我给您找点独特的东西。嗯，吃完之后保证您身体好。
您得找东西去。我认识保定的朋友，哦，给老头炖点驴鞭，吃吧，那倒是补。老头吃完了，嗯，精神焕发呀。哦，怎么样您？我告诉你说实话，嗯，哎，这会儿别看我七十了，嗯，找一公司，我说当经理我都能盯起来。可精神头来了，可以呀，啊，嗯，我又找朋友炖了一盆牛鞭，嗯，啊，吃这个，老头什么更精神？嗯，我这回我能当总经理，嚯，不服行吗？啊啊啊！上承德给弄点路边来，啊，吃这个，老头吃完高兴。哦，我能当总理，哼，了不得了！上东北弄点虎鞭炖完了吃，啊，这怎么样？总理，总理我都不干了，干什么？我想当流氓。嗨，哎，没地方撒这火去了。别看人家，嗯，这几样啊。啊，在吃喝抽上能节制，哦，还有一个天天注意别沾什么呀？赌。哦，这玩牌，这玩牌最害人了。是啊，对，而且来说《论语》上不有这么句话吗？啊，是不是？什么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啊，没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你糊涂，下笔，下笔，再不下笔谁跟你玩儿？啊，花呢是怎么的？这《论语》上都有，《论语》上还有扎金花，都有啊。有的人指着吃，还有靠这吃吧。哎，上谁家玩牌去？不上班，上谁家玩牌不算好了。今儿我能挣多少钱？嚯，拿当买卖干，那么有把握？哎，一进门前后院都看得了。嗯，哦，这儿一墙头，蹬到墙头上去，这儿我能出去通小马路。哦，进屋里一看，这儿一窗户，这儿一透窗户。嗯，四方桌子人都齐了。咣咣咣一砸门，警察来了，抓赌。他一伸手把灯关了，嗯，把钱糊了怀里边，推开后窗户跳出去，翻墙头回家了，跑了。耍钱的贼就是，这指着这么挣钱。哦哦，他四大爷就不行。我四大爷又怎么了？他好玩钱，但是笨，没有这么笨，不灵。哎，上谁家去玩，还爱玩这个？哦，哪有牌局准确？是啊，一进门我上炕。我上炕里头坐着去吧，啊，还炕里头，我倚着这被窝坐啊，哦，舒服。我这大皮鞋新买的，80多，啊，嗯，啊，给我搁哪儿？搁哪儿？老家搁柜门里，你锁柜里，锁上。哎，把钥匙给他，让他拿着。好嘛，他心细啊。一会儿功夫，警察来了，呼啦全跑了，啊，就剩他一人坐炕上望天儿啊。好嘛，你干嘛呢？啊，花钱呢？人呢？啊，都跑了。是啊，你怎么着？嗯，啊，我跟你走吧，啊，走啊。走不了，怎么鞋还锁着呢？嗨，没这么笨的了。在过去来说，耍钱无处不在，都耍。最简单，早晨起来连卖早点的都带赌博。这早点卖怎么赌博？带抽签的，挎一篮子肥卤鸡呀，烧饼果子呀，哦，哎，都准备好了，水麻花啊，嗯嗯，手里拿这么一个竹筒子，这么高，是里边装的竹签子，嗯，刻的牌九的点儿，你抽吧，一毛钱抽一把。一抽啊，抽三根儿，三根儿这点儿搁了一块儿，超过13，你算赢了。这就赢了呢。哎，赢了之后能白拿一套，比如烧饼果子，白拿一套，白吃。哎，要说是14、15、16，这是拿双份儿，干嘛？3个1带4、5、6带顺儿。哦，这就是顺子了。顺子这能拿2套。哦，哎，早晨起来净是这个，不是去喊过来，啪啪啪一抽，每把都灵。你瞧瞧，每把都赢双份儿，大牌抽签的汗就下来了。那可不是，这一篮子都给人都不够啊！有好心人，嗯，家里多少口人呢？家里边4口人，指着我一个人。哦，行了，拿一套，嗯，我先吃了吧。赢那些个你都存起来，以后碰面再吃吧。好心眼，这是好人。对对对，就怕碰见你大爷这样，要亲命的。早上起来跟街上等着，啊，抽签的还没过来呢，指着这个呢，还没来呢啊，昨儿就没来，饿我一天啊。不吃饭呢，等着吧，一会儿过来。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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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多少钱一把？哦，1毛钱一把。1毛，1毛一把是吧？嗯，是了，巧了，给多少？嗯，给2份。行嘞，一伸手先抓起道烧饼果子。嗯，这烧饼几两啊？先看大小，2两。嗯，2两，太小。嗯，我们这儿都8斤烧饼，锅盖，锅盖。哎，你别闻呐，那入口的东西啊。脸呐，人性刺激，要要要要，来来来来来，抽一把，抽一把，抽吧，拿过签筒子来，嗯，未曾抽之前，啪啪啪啪，这
四个嘴巴，这是为什么？为了一会儿抽出好签来。哦，比比，嗯，这把不算啊，不算，先试试啊。啊，试试。走，幺四，走，幺五，走，哎，幺六，连上了。顺子，给两套。你瞧，你不刚说不算吗？啊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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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蹭蹭蹭，嗯，抻出三根，攥好了，迈步就跑。好，然后我追回来，回来，你拿去。啊，我上这儿来，这边风水好啊，这儿风水。还信这？讨厌，抻出来。走。嗯，呵，啊，大天儿，大天儿，大天儿，嗯，看见了吗？你活得了吗？你，啊，挨大天儿人就活不了。走，吃，这是幺六。哦，你爸爸活得了吗？找你了，再抻一根。嗯，这根要是虎头，你们家换绝根了。好嘛，舍不得抻。嗯，搁到后边摸。哦，吃虎头吗？吃虎头吗？你抻出来瞧瞧。不是我出签子吗？抻。嗯，一使劲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四大爷这正摸签子呢。嗯，你爸爸打这边过来。哦，得，我兄弟干嘛呢？出签呢。嗯，我瞧瞧吧，跟后边猫腰看脸儿。啊，什么毛病？这一猫腰不要紧，出签子走。啊，呵，全插眼上。啊，我的妈呀！你瞧着点儿。哎呦，我没瞧见。啊，这怎么话说的？走，我弄您上医院。哎，上医院着什么急啊？啊，那是虎头吗？还虎头呢？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寿比南山》，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的人不少，我很欣慰。啊，国庆六天乐，哎，今天最后一天，对，明儿该休息了，哎，后天大伙儿上班，嗯，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什么词儿？这周六日，您忙着补班去。嗯，咱们这儿也休息。哎，也不演了。下周六日，嗯，照常演出。对，这恢复正常了。具体的节目呢，您留神网上。对，我们的节目预告那儿有消息。今天是花场演出。哎，有说的，有唱的，综合场。刚才是京韵大鼓。嗯，有演员唱的好啊。您还真捧啊。我不捧他，我捧谁呀？这倒是。我媳妇儿。哎，唱多好啊。唱的是真不错呀。好几年不唱了。嗯，因为什么呢？嗯，演出这摊儿我一人盯不过来。对，我盯后边，他盯前面。谁盯后头？谁盯前头？我盯后台演出，他盯前面卖票。哦，这么个意思。跟我说了，你好好说相声吧。嗯，具体事甭管了。啊，把相声说好就得了。嘿，他这也叫望子成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您倒真豁出去了啊！跟我们都没这么大方过。啊，再给大伙儿说一段啊。这就一段也是从小学的。嗯，从小学京韵大鼓。哎，在天津学艺，所有的白派名家都教过他。哎，14岁那年在天津搞过一个个人专场。对，当时天津所有唱大鼓的都到了。哦，助演呢有铁片名家姚雪芬先生，嚯，相声名家于宝林、冯宝华，嗯，主持人是刘俊杰，哦，骆玉笙先生现场祝贺。演出结束，骆先生在台上跟王慧说过，咱们娘俩弄一专场，搞一清文专场。嚯，你探清文、浅清文，我来记清文。哦，那年他14岁，你看看这一晃这是多少年了。成角早啊。啊，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北京把曲艺重新的繁荣起来。对啊，但是呢这得慢慢来，观众是需要培养的。是，常听曲艺多好。好啊，唱词优美。嗯，啊，赏心悦目，好听，坐着底听啊，连分析一下古典文学啊，《红楼梦》啊，四大名书啊。对对对，《红楼梦》《三国》《水浒》。哎，话说北京啊，我
话说北京，郭德纲相声选，这都没听说过，四大文学名著这都是。啊，后来我这个给 K 出来不算了，压根儿就没有。愿意大伙都来，哎，您来了我们也高兴。嗯，台上台下都这么高兴。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人们都愿意啊，到处是喜气洋洋。嗯。啊，有这么些个名词嘛？名词，比如说从数目字里边就能体会出来。怎么体会？体会出人们想好的愿望。都有什么说的？一，一是一团和气。哦，多好，一团和气。二龙戏珠，哎，这也是吉祥话。三阳开泰，这就更好了。四季长春，好。五仙过海，等会儿吧，等等等会儿啊！八仙过海，那三仙给会了，好嘛！您又饿了是怎么的？会三仙嘛是吧？没听说过，多吉祥的词儿是吧？嗯，我喜欢相声就在这儿哦，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对，人就得这样，嗯，得会活着。高高兴兴的，对，别琢磨那没用的事儿。嗯，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你别着急，砸谁也砸不到他身上。他就不能站房上吗？好嘛，你瞧他站这地方，别不拿武大郎当水果是吗？什么水果这是？别着急，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那倒是，人就高高兴兴的，哎，好好的活着。对，睁眼看大千世界，多大的乐趣！哎，别钻牛角尖儿，那不好。喜怒忧思悲恐惊，嗯，这几个字儿一定要利用好了。是，别跟自己过不去，找别扭，就得找好事。嗯，当然了，这个也是有节制。这还有什么节制？就拿这个喜来说，高兆，高兴是好事，可是注意、嗯、有尺寸。这也有尺寸，太高兴了对身体并不好。哦，这也对身体不好。给您举一个例子，您说于谦老师，我这儿演出呢，哎，忙忙碌碌演完了散场回家，嗯，一进门家里有喜事儿了。什么事儿啊？90高龄的老奶奶，嗯，生一大胖小子。等会儿吧，等等等，你先等会儿。我说痛快啊！什么痛快？别说了，别说了啊！90了，还生一大胖小子呀、啊？急事儿吗？急事儿吗？这十几岁不算事儿了，全家都高兴，要是于谦也高兴。十几岁也算事儿啊？这事儿也不小。你搅和，你再听我说，别闹啊！少搭茬啊！什么少搭茬？说话多伤着你啊！啊，简单接说吧，生一大胖小子。嗯，你看你痛快，一高兴，脑血管破裂。包子铺一屉顶一屉，洗大了对身体不好，给我顶回去了，听着吗？嗯，跟着包括这个怒，生气，怒大了伤肝。哦，肝总生气不好啊。哦，比如说你这儿演出散了，嗯，吃饭去吧。吃饭，你跟别人不一样。嗯，徐德亮、李菁这个都买点菜回家做饭去。我呢，娱乐馆子上外边吃去，上吃馆子，上饭店，嗯，往这一坐，来。来两啤酒，论两喝啤酒啊！我来两瓶，兑凉水。我爱喝凉的，啊，凉吃的啊，啊，来搁这儿，来一花生，来一花生，来半个松花，我不要吃那花啊。嗯、那还没什么了就，就坐这吃，嗯、啊，摆谱啊，糟呗，有钱糟呗，是吧？这能糟多少钱呢？这个，啊，带着饼着自己啊。就是那桌子上的蒜吃，好嘛，不要钱，几乎一块。嗯，旁边那桌俩人，一男一女，谈恋爱的。哦，叫了六个菜，叫了酒，俩跟这吃。嗯，越看越恨了。哦，哼，倒霉去吧。你早晚你们俩人都有外遇。啊？你看女的长得模样，坐台子我告诉你，倒霉去，人家能爱听吗？那当然不爱听了。我连抡圆了，啪。打我了，给你嘴巴，你看你有骨气哦，能惹能扛啊，哦，扑腾跪着，我这扛什么了我？我错了，爸爸别打我了。汉，汉子是条汉子，谁是汉子呀？一条硬汉子知道吗？啊，一转身要你踢我两脚，行了，这人家挺客气，谁理他这个呀？啊，
拿过啤酒瓶子来，烫，叫爸爸都没用。嗯，拿那尖儿，叮啊，扎尾巴骨上了，好嘛，送医院去了，歇半年，怒不好，怒大了伤肝和尾巴骨。嗨，就是肝。没有尾巴骨，这都古典文学《本草纲目》都写着了，没听说过，是吗？啊，人不能太这样，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几个字儿、嗯，一定弄好了。哎，对。另外，人这个情绪要控制好一点，平稳一点。大喜大忧都不好。是是是。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啊，能让这人受了刺激。哦，突然的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吧，啊，于老板。要是我，你说别人的不可乐呀、啊？你看，就说我可乐，那怎么说我要不说我说您，还得说你，还得说、哎、嗨，行了，您就说说我，说我不习惯，嗯，啊、说我不信，大伙儿不信，你知道吗？啊、对，说我信是怎么着？于谦于老板还是我，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敢，轰动了天下，哦，月收入达30余元。一天挣1块钱，那个年头七几年，早七几年那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嗯，每天高兴演出。76年发生大地震了，哦，于老板到处跟人说，嗯，我弄的，我弄的什么呀？地震，地震是我弄的，唐山大地震我弄的，满处喊，哦，保不齐就这嘴快了，嗯。找你团长去了。哦，于谦弄的这地震啊。啊，团长能信这个吗？人家不信，停止他的工作啊。我们团长糊涂车子呀，这啊，你以为不是呢？啊，好嘛，哎呀，啊，行，停止工作。啊，工资都不给啊，都不给，啊，全免了。打这起没工作了，得，你这家里能不数落他吗？是啊，吃错了药了啊。地震是你的事吗？啊，现如今这家里老老少少怎么办？这一帮人吃饭没钱了，你没工作啊，你爸别恨得慌啊，倒霉孩子呀，那嘴没把门的，就是嘴里没站岗的，你一人弄了地震吗？爸爸又不帮着你弄了啊，还不如我们团长呢，明儿俩是吧？你爸不就是团长？嗨，哎呀，这不至于这么着 啊说你恨你，你自个儿心情郁闷呢？啊啊，怎么办？赌气，生气了，一天到晚的也不出去了。哦，哪儿不去了？就坐在家门口台阶上。嗯，谁跟你说话都不理。哟，往上一坐，天天犯呆。嗯啊，来回看看。我这坐热了是怎么的？说这意思，生气呀、啊？啊，吃饭不吃。喝水不喝，不喝，天天的特别饿极了，来口馒头吃。哦，救活吧，救活到2004年啊，真没少救活啊，天天这样。嗯，换团长了。哦，换团长了，一查，哎，当初有这么一个事儿。哎，咱团开个会吧。嗯，你们大伙儿认为这事儿当初是于谦的事吗？团里有名的人啊。哎，大伙儿一致举手，是我们认为是他的事儿。一个明白人都没有，真的是啊！大伙商量，这个你他这岁数也不小了啊！啊，算了吧，算了吧，事儿都过这么些年了，哎，甭追究了。国家也没追究于谦嘛，啊，把工资退给他吧，给算算吧。哦，1月30多，这么些年也不少了啊！100块钱，100块钱啊！100块钱，这么些年给100块钱。哦，把钱送家去，一瞧这100块钱，你疯了。我没见过什么，太好了啊！国家终于有理解我的时候了啊！哎，攥着1-2瓶大屋里出去溜，顺长安街这头疯跑，看见老太太打2圈，看见老头踹一脚，我干嘛呀、啊？顺着通县一直往下跑，哦，大伙追你吧，嗯，拦着这人大喜大悲了不得了。神经了，追吧，追到燕郊那边，进村的村口那有个粪坑，嗯，你咕噔跳进去了，跳粪坑，在里边模仿一个水中的动物，啊，麻憨的，啊，沉下去了，张着嘴都下去了，啊，好嘛，还张嘴，一下死了，啊，但家里人很欣慰，你这么些年不好好吃东西，是吧？那也不能这儿吃啊，哥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你知道吗？没听说过我都。不像话，您这例子说大喜大悲一定要控制好了，哦，不能回来，那倒是，是不是？哎，愿意大伙儿啊都长寿，哎，都健康。对，你看咱哥俩这么离奇，嗯，我也愿意您长寿，谢谢，是不是？哎，对，多活些年，谁都盼谁好，多给大伙儿说些年，哎，有什么不好的呢？嗯，咱们相声界有那么长寿星老前辈，是吗？是，您跟人大伙儿学学那个，也去健身锻炼，你看看刘振华对吗？
作方，这榜样你学学，是吧？我要学他，我早就不在了，是吧？你可以不学，可以不学，愿意你好，活一百岁。哎，那，对吗？好，人不是不能活一百岁，哎，人有活一百二、一百三的呢，有，世界有这记录啊，不少呢。你怎么不行啊？啊，对不对？二百，哎呀，四百，呵，五百，借您吉言，哎呀，五百岁的老艺术家于谦，好，到时候带孩子看你去啊，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于大爷，看见了吗？别摸着了，你看，你看我咬着，你看还动呢，还动呢，我还动呢，我。不如死了呢，这样老艺术家这个照一千年活，知道吗？啊，你只要不摆他没问题，没问题，还能动换呢。愿意您长寿，我爱跟这个长寿的人聊天，是吗？爱跟这个，咱们那哪儿，大兴一直往南下的，快到这个鱼房那边呢。嗯，有一个村儿，长寿的人很多，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是跟喝水是吃什么东西有关的，水质有关系，可能是我去过哦，一进村儿一瞧，村口那儿大堂椅上，嗯，老头们坐着很多人。哦，啊，一个个鹤发童颜，跟老神仙似的。你看看，小脸蛋红扑扑的，身体好。你瞧他刚出生孩子那脸了吗？啊，老头们那脸都那样，粉嘟嘟，白胡子散满胸前。嗯，这不神仙吗？对，你说这咱能不问啊？老寿星，一瞧把边这个离我最近大躺椅坐着三位老爷子。哦，看着一个比一个岁数大。啊，打头一个开始问，说老爷子，嗯，您今年高寿？嗯，还小呢。多大？85。呵，八十，满嘴的牙都有，小脸蛋儿，嗯，胡子到这儿，白头发，一丝不乱，嘿，梳得整齐。哦，老爷子，我说您可不能保守啊！啊，怎么能活这么大岁数？对，传传经验，没别的，每天早晨吃3个核桃，啊，就这仨核桃就管用。早晨一睁眼，啪啪啪，砸3个核桃。哦，核桃仁搁在嘴里边，嗯，嚼。嚼够100下、哦、你别嚼它只咽了不行啊，哦，慢慢的嚼，细嚼烂咽，嚼够100遍把它咽下去，嗯，坚持下来你能长寿。哦，好主意，行啊，这个不贵啊，不贵啊，买这核桃多少钱？这容易，人家活85。哎，二一个说老爷子这岁数比那人大。哦，这胡子到这儿了，呵，知道吗？眼窝都是塌了，岁数大。嗯，说老爷子您有90吗？嗯，98。哼，老神仙呢，小100岁啊啊！我说您这个有什么诀窍吗？嗯，哪有诀窍去？早点起。哦，早起。4点，我4点起。哦，跑步。后还跑步？跑步，慢跑，可不着急。哦，一直跑，跑够1个钟头，身上要见汗。嗯，常年坚持就行。呵，锻炼，一分钱都不花就能学这个啊啊！再看第三位，嗯，这胡子都到这儿了，啊，长了。哎呦，这脸上啊，嗯，这两位可瘦，皱纹是一道完一道。嗯，我心说这个120都打不透。是啊，我老爷子，哎，您这长寿秘诀是什么？哎，我这秘诀，多交女朋友。嗯，认识了就在家睡觉去。啊，一个礼拜争取要换7回，一天一个，嗯，就行了。呼，还有这办法？嗯，您今年高寿啊？嗯。35，这模样，好嘛！你等死吧你！哎，对了，你活不了几天，熬不醉的你这是啊！这头两个能听，后边也别学啊！哎，你要不说没人高，挑费也高，那可不是吗？挑费高，嗯，进这村儿，我认识一个人，嗯，就是这村的，上家里去，祖孙三代。嚯，老爷爷啊，99，90多了，99，嗯，这爹82，哦，这孙子都70，好家伙，说是人家这岁数啊，家常寿还了得呢，踩着肩膀下来了，你看，踩着肩膀下来像话，人家长寿啊，成哥仨了那个，一进门，嗯，爷爷站起来了，嗯，哦，串门来了，来的就是客，坐，啥，哦，眼睛不花能瞧见来人了，你瞧，二老爷子你听好。贵姓啊？嗯，不是，我姓郭呀。哦，郭郭，贵姓啊？姓郭。哦，坐下。倒水。哎，贵姓啊？儿没记住。我姓郭。嗯，他儿子干这个，这，您俩岁数是太大了，哎，啊！人家说了3遍，姓李，姓李，听不见呢啊。全没听见，和尚。儿子站起来了，啊，您别理他们，您坐着，他们岁数大了，哎，有事儿啊，王先生。好嘛，撒
糊涂的。耳朵你们得上牌治一治。哎，对了，这么大岁数听不见也是个累赘。来了挺高兴，今儿我跟您这儿好好待一天，瞧瞧怎么能够长寿，怎么能够健康，讨换招来，很高兴。尤其这个岁数最大这老爷子，坐上，好，我给你做饭。嚯，我能做饭，还能做饭。别瞧这岁数啊，买菜做饭都行。嘿，老头出去了，一会儿功夫买回四条鱼来。哦，做鱼，你闻呐，这鱼都臭了。哟，那老头的鼻子聋，闻不见，不新鲜，还挺高兴，自己亲自下厨，剁得了，煎好了，熬鱼啊，搁那一会儿，一会儿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吃。等人吧，我一闻呐，这没法吃啊，这鱼都臭了，这鱼要活着二十来岁了。好嘛。怎么吃这个啊？家里人那几位乐了，别使这茬。哎，老头岁数大，他这鼻子有毛病，闻不出来。对，冰箱里有鱼，他都忘了，给您换新的。哦，把这臭的全扔了，倒那鱼拿出来弄好做得了。中午往上一摆，大伙一吃，老头痛苦。你怎么就买的鱼好？好，好吃吗？啊，好吃吗，李先生？哎，我姓郭。哦，来找我吧。哦，孙先生啊。甭弄这馅儿事儿，好吃吗？我好吃，我说太喜欢吃了，真好。丁光五次把鱼都吃了啊！吃完老头高兴，睡觉吧。嗯，睡觉。下午到了，睡觉啊。嗯，晚上别走，睡吧。睡醒了啊、哦！睡醒一睁眼，这屋里的苍蝇都满了，怎么回事？闻些苍蝇，一瞧地上一大堆鱼。嗯、老头在那看完乐，怎么？我说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夸这鱼好，我都买来了。我好嘛。学聋哑，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大伙儿，给我们这么抬爱，是没有什么好的节目啊，水平也很低呀、啊，是，也就是于老师能耐还大一些。哎呦呵。那可不敢，我就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都一样，离着毕业还很早呢。哦，跟人家比不了。我著名相声演员，不敢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过了哪有不认识他的？嗨，哎，你叫什么来着？这儿就站一不认识我的，你叫什么来着？于谦，对，啊，于谦，嗯，谁不知道你啊？嗨。著名演员，嗯，演戏拍广告都演过点，都干，嗯，是啊，最近我接大活，嗯，马上成为三丰的形象代言人了。这活不怎么样，北京城大小三丰的都有你相片了。嗨，那管什么呀，提你2块钱就能送，没我人1块钱就走。是啊，啊，这都是民脂民膏啊。啊，好，能够见到于老师我很兴奋。哦，尤其于先生最近身体不好，带病参加演出。嗨，有点小病，是不是？这次病太厉害了啊，都破了相。我啊，病过，病太厉害了。什么病？痔疮。对，痔疮能破相啊？不完整了。哪儿啊，别比划了，别比划了，就向于老师学习啊，向于老师探讨啊。你们别客气，向您学啊，别客气。说相声的我们都是同行啊，可有一样分出3、6、9等。怎么分呢？有大师，哦，有艺术家，是，有著名演员，哎，有普通演员，对，有学员，哦，刚学。这里边为什么分出这么多的档次来呢？是啊，那就是对艺术的理解问题，哦，程度问题。说相声不容易，嗯，是世上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反正是有难度。有嘴就能说，啊，说话谁不会？能说话就行，哎，可怎么说是个学问。哦，说的好坏，我很佩服我们的老前辈。嗯，站在街上说，哦，你站在街上听，几句话把你口袋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这不容易，能耐小了行吗？对对对，咱们这方面做不到。是，你看剧场里边我还行，给我搁在街上未必行。哦，在街上不行，这点于氏父子是个表现。我跟我爸爸都站街上说呀，未必说，尤其你父亲啊，啊，
只要一上街，无论谁口袋钱，都能上他口袋里去。这不是就小偷吗？这不是，不是就说能耐呀、啊，能耐呀、啊。这什么能耐呀、啊？这是得学啊！啊，说相声四门功课，哎，说学逗唱，这是我们学的，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对，就拿这说来说，嗯、啊，这嘴里边得干净，是咬舌头，嗯、啊，见识哦，结语，嗯、啊，都干不了这行，这都嘴里的毛病，打小。先被灌口，哎，对，报菜名啊，发扇屏啊，这些个，哎，一大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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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巴十句，是一个字儿都不能贪污了，还得清楚啊，哪怕您坐在剧场的地下室啊，你也得听得见，有坐地下室听相声的，电工啊，哎嗨。行行，甭说他了，那就都得听得见啊！报菜名往这一站啊啊，不能打奔哦，睡着了背也得连得上，那就习惯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不能忘。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鱼香鸡丝。传习嘛，这个咱就不能乱了，知道吗？对，您下功夫去的，下功夫，哎啊，不下功夫不行。是，还有这个学，学最难了。怎么？我认为学不容易哦，因为学要超越自己的本身，哎，刻画人物是不是啊？嗯，学是模仿，是有唱，有说，嗯，有表演，对，各种的古曲戏曲你得学吧？得学。外省人说话各地方言你得学吧？更得学了。表演你得学吧？是是是，这最难哦。学个大姑娘，嗯、学个老太太，啊、哦，学个小孩儿，哎对，啊，学个聋哑人，哦，都得学啊，这都是我们学习的。聋哑人这是没有办法，怎么啊？人生理上的一种现象，疾病有天生的，有后期的。对，我们不能够嘲笑人家，哎，不能讽刺。我们模仿只是模仿这种现象，哎，并没有看不起人家，不存在这意思。拿人找乐，这个没有。是是是，也得学，也观察，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模仿？对，这个最难的。哦，这有难度。今天这样啊，跟于老师碰到一块不容易啊，咱俩人切磋一下。怎么切磋？咱们模仿一下聋哑人。人怎么样？哦，学这聋哑人。哎，聋子说话，因为听错了净打岔。哎，好好好，这多好这个。哎，这有意思，好不好？咱学一回，咱俩来一回这个。来来来，大街上俩人碰见聊会儿天，对，越说越热闹，越说越乱。好，要学的话，我让你个便宜。怎么便宜？我是你二大爷。好。我就吃亏了，这个不是，它是有剧情的。哦，什么情节？街坊拎着这么一个二大爷。哦，你要不喊他，他可挑理。哦、那就喊。你喊他，他还未必听得见。哟、那我还得喊呢。这个、有意思啊！一个老大爷，耳朵一阵好一阵坏。哦，要说这会儿耳朵好，嗯、啊，赶在这个清楚的时候，哦，那行，什么都听得见。哦，全行。哎，要说耳朵这会儿糊涂着呢，啊，那完了，什么都听乱了。嚯、哦，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哦，我是这老大爷。好，咱俩人来一回。哎、啊，碰见了，好不好？来来来，你那边我这边，学一回这个，这有意思。岁数真是不小了，人一上岁数啊，跟家待不住，得出去过过佛，哎，转转吧。还有小我的，哎，岁数都不小了，是怎么着？谁都有老那天，哎，可不是吗？嗯，出来转转吧。洋装虽然穿在身，这怎么回事？祖国也多年未亲近，老华侨，万里长城永不倒，嗯，千里黄河水滔滔，嗓子还不错。我是一张弓啊，战死一棵松。这可没瞧出来，窝头咸菜就着一碗大碗茶，什么乱七八糟，我爱北京天安门，全都会啊。好嘛，
哎呦呵呵，二大爷，哈哈哈哈，上哪儿去你？哎呦，这人哪儿去了？干嘛呀？把狗搁这儿不怕丢了？不像话，这不就是人吗？您瞧瞧，仔细看看。老了，哎，给眼呢，不给使唤，看不真着了。仔细，真是狗啊！哎哎，还没瞧清楚啊！再看看，啊，仔细点，就甭老咳嗽了。仔细瞧瞧，哎呀，你这小子是你呀、啊？是我，大黑呀、啊，还是狗啊？什么这个名字呀、啊？这是，我有日子没瞧见你了。这这，您看看我，又胖了。可不是嘛，喂得足啊。咱说点正经的行不行啊？看见你我痛快，高兴吗？我心里高兴啊。哎，是是是，好小子，上哪儿去你？啊？对，您上哪儿啊？哎，说话说话。我这不是说话呢吗？您上哪儿去呀？什么？您上哪儿去呀？你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啊？我呀，我这不是、啊、您上哪儿去呀？呵，你这是要急死我呀？哎呦，你这累死我呀，要了亲命了。哎呦，二大爷啊，你怎么听见了？耳朵一阵儿一阵儿的。好嘛，趁这阵儿听得见赶紧问，您上哪儿啊？什么又过去了啊？二大爷啊，你活动活动吧。就这句听得见呐。人老了啊，人老了，哦，身子骨耳朵眼睛都不成了，就是岁数大了。瞧见你我痛快呀、啊！哦，想当初我跟你爸爸相好啊、哦，有交情。我跟你爸爸那关系好啊。是啊，我啊你爸爸，嗯，我这爸爸，我你爸爸，你和我爸爸啊，说清楚了。好啊，好就完了吗？哦，嗯，你爸爸你妈妈结婚，嗯，我给搬的。哦，您帮忙活的。这说也没用啊！怎么了？你哪知道去？我不知道。那会儿你刚上高中，糊涂了啊！你糊涂。那时候还没我呢。你爸爸忙，忙啊！捡钱被你拽给我，您带着我，我给看着。哎呦，好嘛，您看着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您拿我当屎个浪啊似的。长这么壮啊！哎呦呵，好小子！嗯，我想你爸爸了。您多长时间没见着我爸爸了？多长时间没见着我儿子了？谁问你了？别提。怎么了？不想好。哦。吃喝嫖赌不着家，还想偷东西呢。哎呦，当贼了、啊。好些日子没回来了。嘿呦呵，您这，您呐。别着急啊、哦、哪天我给找找。跟你小子没有这缺德玩意儿啊。不是都五年了。嘿，你可缺了德了。不是您听不见呢。你是坏蛋呐。你才是坏蛋呢。谁你坏蛋呢？您听不清啊。这里还有李菁呢。没有。那大眼刘菁的也学这个了。哎呦，您这不是急死人吗？还有王文林呐。这么大年纪也学这个。对，带着他省着带灯了。您这不瞎抬杠吗？还有徐德亮呢，那是我亲儿子。嘿，哎呦，我亲儿子，别放了他吧。是是，我说您是听不见。上法院啊？上法院干嘛去？我告谁呀、啊？搞贼呀、啊！丢东西了，哪儿跟哪儿啊？丢铁裤衩了啊？你预备那个干嘛呀？您说的不对啊！好、哦，穿着挺受罪啊！哼，丢就丢了吧。我说您这不是诚心较劲？你爸当文顺呢？快去！我说他闹肚子呢，冻的是怎么着？还给他去吧啊！嘿，老王八，你爸爸。不对，
不是那位。哪位啊？就这么一位，二大爷啊！你去我不学了啊？像话吗？这来回来去就这么一句，你还小吗？是吧？小什么呀？小一龙老头很诙谐，小吗？这点玩笑都搁我身上了，不爱来这个啊！再来学这个了，不就算了吧？啊，不学这个了，不学这个，学点别的。咱们学回哑巴说话，哑巴说话。哎，哑巴这嘴不能说，手能说哦，比划比划动作。哎，这也好，这好吗？可以可以，咱们这样啊，啊，我来学这哑巴。好，走到街上碰见你了，嗯，咱俩是从小的发小，哦，有剧情，一块长起来的。好，一见面特别的高兴，嗯，俩人聊会儿。天儿，大伙儿一瞧这热闹啊！哎，好玩好玩！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好，再学一回。哑巴有特点，怎么叫三快？怎么叫三快啊？眼睛快，脑子快，反应快。哦，还有三直。哪三直？心直、眼直、腿直，这都是哑巴的特点。愣哦，还愣！嘿，走道那跟愣似的。啊啊！好直，好来来吧，来来来，你那边我这边，来来学一回，看这腿多愣呀！哦，还愣。嗯，来来来来来一回。这是哑巴是半身不遂呀、啊、你说这腿直吗？直，这是直吗？这过吗？走道不两种吗？两哪两种？一种就是走来走去这种，一种是啊这种啊。哪儿有啊？啊，没有没有，咱学的就是哑巴，学的就是这个哑巴，哑巴走道啊。哎哎哎，反正得比这得快。嗯，这推慢走到街上多慢，快是得快啊，得快点走。哎，对，行了，再来，你那边我这边啊。好好好，来。哎，不用不用，你吓我一跳啊！你吓我一跳，吓一跳啊！快，您跟我后边干嘛呀？为了让你回头就看见我。那图什么许的呢？吓我一跳，你这人啊！你从那边来，那边来是吧？来来来，我这一开脑门就是哑巴啊！就开始了，好嘞。哑巴，哎哎哎。说话吗？这个这怎么回事？有走着街上这么喊的吗？怎么不能叫？不能叫，我哪能叫我呀？哦、还不能叫，外行这个啊。是啊，来来来，能不能叫？你说话。说话啊！你不能这样，俩哑巴怎么聊天的了？那怎么办？你得有一明白的呀。哦、我不哑巴，你得给我翻译呀、啊，我解释。对呀、啊，那咱们再来，再来，好嘛，真费劲这点。哟呼，小哑巴，哈哈，哎。有交情啊，咱们认识。哎，啊，小时候，哎，打小就好，一块长起来的。没错，对，这您没听明白啊？我可知道，他说呀，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起来，分开眼不见五六年了，不对了，记错了，八年了，八年了，是，没错，火，这哑这感叹词可出来了啊，八年了。我现在瘦了，啊，对，我是瘦了，啊，小时候，对，我小时候的更胖，对，没有没有，狗熊啊似的，这胖就完了嘛，啊，嗨，现在是瘦点了，啊，嗨，这一工作呀，啊，哎，对，走南闯北，累的，啊。啊，工作呀，啊，哎，走南闯北，累的，啊，你瞧这块，走南闯北，累的，啊，
啊。对对，就是、啊、是这意思啊。对，闯北啊，好好的怎么样、啊？咱们也得这么走啊。哎，这累受了。啊，小时候，胖极了。就我这胳膊，跟那房梁似的。大腿啊，跟那房驼似的。我这脑袋，脑袋跟蒜似的呀，像话吗？这么胖的身子，这么点脑袋呀，不是八仙桌子上摆一肉丸子吗？这不是，是脑袋吗？这个得大。啊啊，嗨，太小，还得大，哎，对，这差不多啊。我这脖子，跟馅儿似的，不像话啊！这么大脑袋，这么细的脖子，耍流星呢是怎么着？粗，小手指头不行，还得粗，还得粗，还得粗，棒棒。不能用这个，俩手比划还得粗啊！就现在瘦了，就甭提这个了啊！怎么了？干嘛？那、这是我们的道具啊！这叫醒目，是，哎，一拍就算开始了啊啊！不能往那儿拍，往这儿拍。哎，对，开始了，这就啊。手绢啊，对，哎，道具道具，啊，哎，放下放下，哎，小甭看，脏不脏啊？扇子，扇子扇子扇子，这都是我们道具吗？哎，用这个啊，台上用。哎，这比划这个有用的啊！来来来来，哎，刀枪剑也有啊啊！台上也有这个，有，一打对，啊，开始，说什么了这是？这倒学会了，有这个，有这个，嘿，你过瘾的是怎么着？行了行了，放这吧，放这吧，有这个就完了，打着没完了是怎么着？行了，有这个，这哑巴手够快的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你也用不了，你也使不了这个，这就说知道就完了。哎啊，哎。啊，哎，竹板玉子，他比我还明白呢。哎，是叫玉子，是叫玉子。啊，他会打。啊，还有花点儿，你看有点意思。到哪儿啊就管给人打板就行了啊。行了行了啊，哎，我们哥俩好。怎么了？我比我个高啊，眉毛立着啊，哦，络腮胡子，哦哦，长没那么长，哪儿那么长啊，大肚子啊，都是铁球，倒手，都成，吞铁球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脏不脏啊这个？哎，您说柔球这个，我爸爸啊。
我说咱别答应行吗？你说我爸爸？嗨，您别看身体好啊，哎，死了。啊啊！我爸爸死了。哎呦，嗯，那没用。啊，这还行。就这么死的，知道吗？死了，儿，哭儿子呀，不像话！我爸爸死哭儿啊，这死了就完了吗？啊，这脑子是不是挺快啊？啊，怎么了？怎么了？后边？啊，有一嘴儿，带着耳钳子，这么带啊，这么走道您问我妈，也死了，我妈也死了，别哭了，这怎么那么快呀、啊？这个，死了。我比我矮，留着长头发，跟我挺好。您问我媳妇儿，嗨，在家呢，睡觉呢，在家睡觉呢，怎么你睡觉呢吗？干嘛？干嘛你？去！你跟一块儿睡去是怎么着？加钱也没用。别开玩笑啊！别开玩笑，哪有这么说话的你这？干嘛？怎么着？我一口我爸爸行了啊，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两口我妈三口我媳妇儿四口刚才算过一回了那场，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家最小那个，什么事儿？这哑巴什么毛病啊？这是怎么了你？小的，他这么高，也是长头发。怎么意思？画着眉毛，没那么长。俩眼睛挺大。红嘴唇，没那么长。穿着连衣裙。这算算。这就甭学了，这就甭比划了，你就说我妹妹是吧？你要是怎么着，你干嘛啊？唱戏不会这个开车没本儿算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比划了啊！这小子坏门，我告诉你吧。行了，你要想我明白了，你问我妹妹结婚了没有？我跟你说了吧，没结婚也不能找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要找也得找会说话的。我会说话，去你的！这两段不好来啊，这见功夫的。
有大段的贯口，是是，嘴里得干净，得利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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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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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打铁呢是怎么着？嘴里得干净，那也不能叮当的呀。行业术语管这叫做罐儿，哎，对，罐儿贯口，听相，听的就是罐儿，哎，听评书啊，听的是字儿。哦，有字儿，看舞蹈啊，看的那伴儿，伴儿，指挥啊，看的那范儿，哎，得帅劲儿，买手表啊，买的这链儿，哎，看链儿，怀表啊，这儿有根带儿，对，尿炕，看的这片儿，嘿，吃包子啊。吃的那馅儿，哎，馅儿好。买王八，嗯，买的那肝儿，嘿哈，这都是研究出来的成果。哦，这也研究啊？这都是知识啊！十万个为什么，这里都有啊？怎么买王八这里头？得研究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儿，嗯，跟大家探讨一些个学术方面的问题。谁跟你探讨学术方面问题啊？闭嘴。哎，不是，嗯，您哪儿啊，您就过来探讨学术问题。不许跟文学家这样子。谁呀？我。您是文学家啊？哎，底气都没了。这大文学家什么样啊？您这文学家，您仔细看看吧。啊，仔细看看，我是一个大文学家。我还大文学家，大文豪啊！嚯，没事就豪去，豪去像话吗？不是，咱们什么都研究，研究什么呀？诗词歌赋，哦，天文地理，嗯，古典文学，呵，没有研究不到的，涉猎的还挺广，都得学啊，都去学。没事的时候研得了墨砚宝了笔，啊，写点诗词歌赋。哦，您还写呀、啊？今儿还写了一个呢。什么呀？一个唐诗吧。写个唐诗，写了首唐诗。怎么写的？这今儿中午吃完没什么事干，写一个，写了一个，拿这当消化神的了。嗯，金银财宝价最高，哦，光阴似剑斩人的刀。这头两句，日月穿梭催人老。嗯，太阳佛三道金光把人熬。哦，忍又忍，饶又饶，是忍字头上三把刀。嗯，当了王八也得忍。嗯，睁一眼闭一眼，假装瞧不着。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呀，就您写的这个呀，瞧见了吗？没有，假装瞧不着。谁呀？没有人这么说的啊！我这个诗词歌我都是活学活用是吧？搁我身上了是吗？活学活用，都得研究啊！啊，中华文明五千年，对，这是多少古典文学？哦，咱们国家有四大文学名著，干嘛现数出来的是怎么着？四大名著，四大名著说对了。对啊，对对对对，别含糊啊，就以后就这么说去，别闹，别逗玩儿，那就这么说。对了，你确定？那确定，对对对，嗯，真的啊？哎，嗨，别含糊、啊，你这四大名著，哎，底气足了，嗯西游记啊，对，红楼梦是，话说北京，对，哎，郭德纲相声选，哎，不，没有，没有，没有，不，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么说露怯了，怎么呢？不对。不对吗？后面这俩没有，是吗？哎，新款的吗？没有这新款的，没这新款的啊！《三国》《水浒》啊，《红楼梦》《西游记》哎，这对，这是四大文学名著哎，打小上学都知道这是，是中国人全得会啊，都看过啊。这里边可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是内容丰富啊。就拿这三国来说啊，三个国家对，韩中日啊。您先等一会儿吧，不，行，嘿，哎，辣白菜，什么辣白菜？什么辣白菜？怎么了？这位口还挺重，您瞧见了吗？怎么了？您说那是亚洲四小龙，这仨，那不是？是吗？三国、魏、蜀、吴，老款的，到您这儿就没有新款的了，告诉您，魏、蜀、吴。对了。
这是过去的这么三个国家。哎，在这个时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比较动荡那时候。对，嗯，这个词儿说得好啊，动荡。对，那个年头，啊，刀兵四起，狼烟滚滚，是百姓们民不聊生啊，老打仗，是不是？嗯，咱们很多戏剧的题材，嗯，都是从三国里面借鉴出来的。哎，对，那儿取的素材是吧？没错，你有这么一出叫做《借东风》。呵，这个名戏，诸葛亮借东风，对对对，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哎，这成本的。这打仗，对，没有风，哎，没有风打不了仗啊。诸葛亮上这个祭风台上，嗯，做法，对，东风刮了三阵，哎，火烧战船。对了，京剧有这出，有。有一个大师唱这唱的最好，这位叫马连良梦露。对，没有，不是不是，叫什么呀？什么？给我都快搅和糊涂了，您这马连良梦露啊？这个人不看书啊？我马连良梦露嘛？我就因为看的太多，才能分出您这错误来呢，明白吗？没错没错，马连良梦露借风嘛，借什么风？上去那风把裙子吹开，摁呢？哎呀，别摁了！没有，有这个有？没有，没看见有吗？马连良要摁裙子，谁看？借风嘛，风都起来了。没，不是起来了。您说那是梦露？没有啊，啊，梦露是梦露，马连良是马连良，改了。没改，人叫马丽莲梦露，那叫马连良，两码事。科学家也有吃手的时候。嘿，您这几年都研究什么了？对对对对，啊，哎，这么说倒好说了啊。马连良这不绕嘴了，我跟家叨叨那个总乱。马连良梦露，自己找的麻烦，这都是啊，不是一回事啊，两回事。我也纳闷儿，诸葛亮是一外国娘们儿，什么呀？您连男的女的还没分清楚呢，对，这回闹清楚了啊！你看我又研究出来了，研究这是你研究的呀？研究出来了啊！这两回事，两回事。诸葛亮啊，借东风，嗯，京剧有这句吗？有。我料定甲子日东风必降，嘿，甲子日东风必降。对，下面这个题目出来了啊！甲子日，对，是星期几？哎，快说说说说！我要知道都得让你给蒙回去，我告诉你们。你吓着我这我，怎么了你？完了吧？我这是完了吧？不知道，真不知道。得问我。哎，您知道？研究过这个？哦。甲子日，建安十三年11月20号，甲子。公元208年11月20日，加上闰年都算好了，拿七一除，那天星期四。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谁给你鼓掌？谁给你鼓掌？我就把这知识我卖给北京京剧。要啊，人把词儿改了啊，以后再唱得按我这来。怎么唱？我料定甲子日一星期四，东风必降。没有这么唱的，好不好啊？这都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是啊，我再问你问题啊。啊，您可以问。再问你问题啊。啊啊，三国里边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叫关云长。有，美髯公。对对对，关二爷，关老爷以身的武艺。对。弓刀石马步剑，刀枪剑戟，金炒棚搭。对，没有啊，苗龙没有，不啊，没有。您说关公带着厨子来的，对，哪儿都好，那叫武艺好。只有一点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关公是谁的徒弟？他师傅是谁？你整个翻去啊，整个翻，把三国翻烂了都撕了啊！是是，在单上你再找都没有。我还粘上，我撕它干嘛呀？我玩一篇一行一行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撕下来，找把扇子一扇，是吗？打这儿起不看了，那就呢。你找你就不知道关云长是谁的徒弟啊？那么他师傅是谁呀？其实三国里边有介绍哦，还写着呢。但是千百年来人们都忽略了哦。首先告诉你啊，嗯，关云长很喜欢看书，对。对不对？是是，秉烛达旦，真君子。对，夜观春秋第一人，看春秋，爱看春秋。嗯，他看的书不是很杂啊，都是跟他这工作呀、打仗啊、行军布阵有关系。哦，爱看春秋。对，爱看孙武兵法。对，话说北京，哎，怎么又有这？刚想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没有，那人家不学相声啊。尤其打仗之前必看《孙武兵法》，是这里边就落了一个字儿。什么了？那一个什么？《孙武兵法》啊，这后面《孙武兵法》啊、当中差一个字，差什么字？孙武后面差一个空字。孙悟空啊，对对，什么就对啊？孙悟空是关公的老师。哎，没听说过。怎么呢？啊啊！孙悟空的两代人呢？这不对，不对，不对，书里都介绍的很清楚。怎么写的？孙悟空不是普通的凡人，当然了，他是个猴啊，猴啊。关公也是啊，关公也是猴啊，汉寿亭猴嘛。呵，寿亭猴是猴啊，寿亭猴啊，啊，你算这日子啊，啊，三国的时候，孙悟空教会了关公满身的能耐。哦，有打三国之后，三国一统为两晋，嗯，后来又南北朝，大隋之后，大唐一统天下，是整整是500年。对，三国时候教会了关公，如来佛被他扣山底下了啊，500年后唐僧被他救出来取经去了。嘿，好。哎呀，他这么给联系上的，这都是知识。哎呀，这都是知识，就您有这知识。拿笔记起来 啊, 啊，没带笔，拿刀刻身上啊，来瓶蓝木水一擦，了不得了。不是，没有，甭洗澡去了，啊、那就嗯。三国经过我的研究啊，这个其中很多的处理跟别的书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比如说《三国演义》里面处理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不一样，还有这个问题吗？首先说刘备撇妻。哦，刘备撇妻。刘备这个人大伙儿知道啊，皇叔啊，是是是，刘皇叔啊，哎，这个人是个坏人啊。怎么会是坏人？你想，他把他皇叔都留下来了，好书都卖了。刘皇叔啊，这个没听说过啊，不是这么讲的。这个人对自己的妻子不好，是吗？嗯，走到哪儿一有什么事儿，他头一个就跑了。哦，把媳妇儿就扔了，不管了，攻打小沛，这是第一次，他跑了啊，把媳妇儿托给糜竺照办。对，你看着吧，他跑了。嗯，啊，弃新野走樊城，他又跑了。要二次，像这个事儿太多了。哦，到后来腰买人心，是摔孩子。哎，其实说句良心话，他没打算摔，是吗？看三国都知道，捧着孩子啊，为了你显上国一员大将。对呀、啊，就是给赵云听的、嗯，啪扔地下了。对，摔了，不是真的，假的。有三点能够说明，没的。第一，刘备是个大长胳膊，胳膊长，胳膊都过了膝盖。他就有双手过膝。现如今你看这动物世界就有这样的。什么动物世界？是刘备的化身啊？不是，大长。您说第二他又哈着腰呢。哦，他胳膊本来就长，再哈着腰，轻着身呢，都接着地了。哦，第三沙土地，你知道吗？软，直接给孩子撂这儿。嗨，就这么放地下，腰买人心呢。哦，真想让孩子死，费这个劲怎么办？攥着腿往树上抡呢，把嚯，一下就完。那是你比他狠，这个一下就完。刘备。贴漆。哦，还有吕布练漆。吕布怎么还练漆呢？吕温侯了不起的人物。哦啊，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哎，说得好，能耐大是啊，这么大能耐，贪恋美色，哦，迷恋貂蝉，喜欢女色，也看貂蝉。嗯，貂蝉跟这一跳，吕布高兴，多喝二两，知道吗？嗨，就这能耐，就因为这个，在白门楼的时候啊，给曹操把他杀了，哎，斩了啊。这是第二位，第三位，刘安杀妻。刘安啊，这也是因为刘备打小沛那儿引起来的。什么故事？跑出来的旷野荒郊。嗯，刘备肚子很饿呀。对，你说这事闹的，孤身一个人逃到外边，哦，买点吃的吧，身上也没带着钱，方寸左右没有啊。嗯，也没个超市，也没个便利店的，哪有？那时候就没有。哪有啊？一瞧前面不远，有一所宅子。哦，刘安在这儿住。哦，自己跟屋里是弹剑而歌。还弹剑而古代的文人墨客兴这个啊，把宝剑抻出来，嗯，拿手弹着剑，哦，这就有响。哎，成天里那个百花香啊，里个啷里个
拉里根了。对对对对，不是这歌啊，甭管唱什么吧啊，刘备来了，嗯，一说我饿了，刘备说你坐你的，坐你的啊，嗯嗯，赶紧准备吧，他那有菜，家里没有吃的，哟，那怎么办啊？把媳妇儿骗来了，来来来，过来过来啊，你看地上谁掉的钱呢？哦，啊，媳妇儿呢也缺心眼，是哪儿呢？啪一刀宰了，好嘛，弄到厨房炒菜，嗯，弄一大桌子，刘备吃，一边吃一边乐乐，哎呀，为了我杀了你的夫人呢啊！你把这块递过来，还吃呢？吃人肉，吃饱了喝足了，往外就走。哦，半路途中遇见曹操了，嗯，把刚才的事一说，曹操很感动啊。是是啊，好吃吗？啊，俩馋鬼碰一块儿了。没吃过呗，没吃过也不能这么问呢。没吃过呗，啊！派人给刘安送去千两黄金，千两黄金，感谢他。哎呦，打这起这小子平地一声雷是陡然而富，就有钱了。但是生活很苦恼哦，光棍一人一辈子。哎，有钱他可以娶啊，谁家姑娘也不敢给。怎么？怕他请客？哎，对。又给吃了这个，所以说我们对三国研究的非常的透彻，倒是您不少研究，这些都是别人不考虑的，也注意不到的哦。啊，通过跟你的聊天，我发现啊啊啊啊，你肯定看过三国，啊，这是看过几遍，有好多事儿你蒙不了的，现在是吧？嗯，我可能比有些人明白点，是不是啊？错不了，家里小人书成堆，肯定是。我看小人书看的呀。我问问你吧。啊，您说好吗？啊，您可以。我们两个人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没事，您啊，您我问你啊，我跟您请教。看一看整部三国，啊，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由浅到深，哎，所有的文臣武将这些人都搁在一块儿，哦，谁的能耐是最大？想好了再说。我怎么了你？想好了再说。我这想着呢，你这吓我一跳。你谁吓谁一跳？吓我一跳。谁吓谁一跳啊？你没法跟人说话，一惊一乍，知道吗？谁呀？没有道德，知道吗？让不让人想啊？您这是想好了说。想啊。就想吧。甭想了啊！您要我看三也够熟的了啊，嗯！您要让我说，嗯，都加起来啊，嗯。最有能耐最大的就得说是诸葛亮。好啊，不外行。当然了，诸葛亮能耐大还了得吗？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嗯，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哎，自比管仲，乐毅之贤，抱膝微坐，晓风月，未除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大能耐？有能耐。是诸葛亮有能耐。哎，这么有能耐，怎么让司马懿一打败了呢？解释一下。这瞎回路，您别老一惊一乍的，成不成啊？怕你吓着我是吗？您先吓着我。嗯，行了，您要这么说呀，啊，那就是司马懿能耐大。哦，啊，统领千军万马，嗯，管带这些大小的军卒。哦，好。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海张合一战成功，对呀，这么大的能耐，有能耐。既然这么大有能耐，在接情的时候，赵云一露面就把他吓跑了呢。那这赵云能耐大呀，七进七出啊，怀揣又主额头，啊，杀死无数的曹兵曹将，长坂坡上这么大能耐，干嘛用张飞断后呢？张飞比他能耐大呀。张飞比他那么大啊，确实不假。是，还有一样，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嗯，吕布能耐大呀，吕布能耐大啊，不错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白门楼上曹操杀了呢？那就是曹操能耐大呀，你这连蒙带唬可不成啊！怎么了？你得说一准确的呀。要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你这玩命的问，胡说八道，这么些个人藏龙卧虎了，你知道哪位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到时候我都替你寒碜呢。你这样做可就不对了。那小人书买了个看画用的吗？那里头想看字儿也没多少啊。我是个学者呀，啊，我现在是跟你探讨问题，我不是跟你这说反正话的，对不对？我也没跟您说反正话啊。你太拿学者不当回事了，你知道吗？哎，撂下吧，撂下吧，啊，别抠了，这东西。学者也是人嘛，也人家那动作也不雅。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
我真不知道。哎呀，怎么样啊？我说什么来着？啊，那您说说谁呢？这个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是是是，知道吗？您说说。好、啊，你要说不知道，你问我，对，我还愿意教给你，啊、知道吗？哎哎，所以说以后无论什么场合，啊、大庭广众之下，人来人往之中，哦、高的、桌子、矮的、板的、谈的、讲的、言论的，啊、大伙一听，没人知道，也就是你，堂堂堂堂一说，是大伙多露脸呢。哎呀，可不能这么告诉你，怎么这么说？你的印象不深。您想，规规矩矩，客客气气，鞠个躬，面带微笑，礼下于人，比我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应该的，是不是？鞠个躬，客气客气，那、哎、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没错。那算什么呀？可以。慢说这么大学问，哎、你扫听道还客气呢？啊，老家是上坟地怎么走啊？我上那儿干嘛去啊？客气点，我好教给你啊。我可以客气，是不是啊？来来来，哎，得嘞、嗯，鞠躬吧，鞠躬。哎，郭先生，给您鞠躬了啊。把这阳灯还点熟呢，鞠深着点啊。说深着点不就完了吗？啊，给您鞠躬了。系鞋带呢？系鞋带干嘛？这不深点吗？太深了也不行，太浅了也不行，怎么度数要适中啊？而且脸上要面带微笑，还得乐，乐死不乐死，想乐死不能想乐，啊、要乐。还没乐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边横着呢。啊、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哎，我是似乐似不乐，想乐又没乐出来，这笑纹在肉皮里含着。您有相片给我来一张得了，我实在是不行了。您乐客气点就行了。哎，我这乐不就完了吗？给您鞠躬、哎、啊，郭先生，嗯，给您鞠躬了。好，好，罢了。哎、我佩服您，于老师。我就跟您请教问题。不就想知道三国里谁能大吗？哎，对，这样我心里很痛快。哦，这就对了。哎、打这起，我告诉你，你记在心里边，印在脑子当中。我长能耐。以后无论走到哪儿，大庭广众，人来人往，别人都不知道，就你这儿，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哎，你也露脸，我也高兴、嗯、到底三国演义中谁能力最大呢？谁呀、啊、周笔畅。嗨，周笔畅啊，深了这个东西，是的，没有，这三国里都没有这人物。后三国啊，后三国也没有，也没有吗？这现代的人物、啊、我没说，我也不知道。嗨，我这白有点后头，你知道吗？不知道就不知道。是我这接过去啊，谁不许再提了。我这鞠躬可鞠完了呢，下回再说，下回再说，对，下回再说啊，先试验一次啊，这么试验的，嗯，您这还有别的问题跟你探讨呢？还有问题？你怎么就会这个呢？哦，比这个还多得多呢。哎呀，那咱可以再聊一聊，可以探讨一下吗？哎，可以。我常常在想啊，《三国演义》这些个文臣武将，如果现如今放在当今社会，嗯，你说他们还能干点别的吗？这问题太奇怪了啊！你别看那个年头啊，丞相有大臣啊，有这个官那个官的。哦，要是搁在今天，嗯，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呢？今天他们能干什么？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哦，也就是三国人物再就业的问题。哎呀，三国人物还能再就业呢？我操心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您都给他们琢磨了，我琢磨这东西。好好好，嗯，那我跟您请教，我们探讨。啊、那我可一个一个问您了啊，您可以提吗？那三国里刚才说那个劝关羽投曹操那张辽，哦，张辽，张文远，对对对，了不得呀，是逍遥津就这一战，嗯，百万小儿只啼，对，他一打上，孩子们都不敢哭，是这个人搁到今天有用，干嘛呀？把他送到幼儿园去。有他看着孩子们都不哭，上那儿镇护孩子去。张辽只提嘛，哦，幼儿园里边有他合适。哦，当老师去，这主意不错。哦，那么张飞，张飞呀、啊，嗯，张飞搁在银行当保安去，能用得上吗？他这个据书中记载，他是睁着眼睡觉。哦，你说那脑袋扎着扎沙的胡子啊，穿身保安的衣裳，哦，往那儿一坐，瞪着眼珠子打呼噜，多可怕这个！哎，对，啊，哪人敢进去呀、啊？这个搁在银行里看门去吧，连狗都省了。哦，好好好，嗯嗯嗯，那么这曹操，曹操大人物，我认为可以做一个美容师。怎么干嘛美容师？热须气袍，对，头里一跑，后边一喊，头里是曹操，词儿一下被胡子拉了。哦，穿红褂子，这词儿都撕了。嗯、哦，这个变化的速度很快。是是，美容专家，哎，刀快博士，嗯，他来美容，他来美容这个，好好好，嗯，左慈，左慈，对，会一些个幻术，是，哦，变
变魔术去。哦，过了今天，大卫·佐斯菲尔，佐斯菲尔，嗯，没听说过，嗯，他变魔术没问题。哦，嗯，刘备。刘备演电视剧去，干嘛演电视剧？说哭就哭，跟真的似的。哦，能做戏，没问题。嗯，哎，还有一个啊，哎、张松，张松啊，伶牙俐齿。对，哦，张松舌战杨德祖，是那嘴不饶人，能说、啊。这个人可以去做主持人，干嘛专门接人家的短儿、哦，合适。主持人，嗯嗯，这大人物孔明，孔明啊啊。开网站去，他办网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开个网站哦，3W.诸亮.com，嘿，全用名字呀，合适这个、啊嗯，赵云，赵云快递，快递，七进七出不耽误事儿，这东西太快了，这个三环五环随便送到啊，好嘛，嗯，还有一位祢衡，祢衡啊，骑虎马曹，马曹操脱衣裳那位，对对对，去个美院去，人体模特。嗯能脱呀，让脱就脱，不让脱也脱。嗯，关老爷，关老爷，关公 WTO 谈判去，过五关斩六将，一眯缝眼六亲不认，那一谈不全给宰了吗？这不是拿回去了是吧？啊，关羽，关羽，嗯，曹冲，曹冲，曹操的儿子，对，有一成语曹冲称象，是送到市场管着公平秤，他看秤合适，这孩子聪明啊，嗯。庞统，庞统长得寒碜，凤雏演小品去，小品那时候小品演员一个比一个寒碜，他教你是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霜雪济南话》，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来的人不少啊，哎，大伙儿都爱听相声，是，起满坐满呢、啊，我很欣慰啊，您又高兴了，好啊，嗯，说明什么了？说明相声是有生命力的，哎，大伙儿都爱听，大伙儿爱听，嗯，作为演员来说呢，更得下功夫，哎，您得用功啊，大伙儿这么捧咱们，嗯，咱们不用功。不合适，对不起大伙儿，对不起大伙儿。嗯，当然了啊，有的朋友今天没来，嗯，看得出来啊，嗯、常来的我都有印象，哦，脑子里都有。嗯，也有几位没来的，哦，没事儿，嗯，不恨您，嗨，恨咱不是，谁没点别的事儿啊？对 对, 对，有事儿忙你的去，哎，打发人把票钱送来，啊。不来还买票啊，人也不来票也不来，这就不合适了，嗨，是不是？哎，得懂得交朋友，这叫交朋友啊。有的人对我们俩不太熟啊，我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客气。于谦，哎，于老师，哟，别这么说啊，了不起啊，我很崇拜你。别，在我心里啊，说实在的啊，好多说相声对我来说不以为然。哦，真的啊，这是跟您说实话啊。是啊，很多相声演员在我心里边啊，嗯，就是一堆屎。于老师不一样，我两堆，我比别人多一堆。不是啊，我就想捧您呢、啊。您这是捧我的吗？说您好啊，好就两堆屎啊。相声大伙儿听的不多啊，但是您演的电视剧大伙儿没少看啊，有演过几个，演过很多电视剧、嗯、没有，也拍过广告，对，最近又接一大活，哎，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也不太露脸，发财了呀啊，以后您得多多的支持我们相声事业，哎，您太客气，刨去拍戏回来就得说相声了啊，是是是，常听相声您都知道，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是，就拿这说来说，嗯，嘴里边得干净，这是功夫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干板剁字，对，大珠小珠落玉盘，您得听清楚，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是是是，哪怕您坐在剧场最后一排，啊，每个字儿送到耳朵里，得让您听清楚，平时得练呢，哦、下功夫，是啊，绕口令哦，报菜名是地理图，嗯，八
扇屏，这都是贯口夸住宅。哎，对对对，都得练。嗯，小孩学相声先学报菜名，现在学这个。哎呀，我们都下过这功夫啊。嗯，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您从小学相声，你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哎，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铁个丝儿、麻豆腐、铁个丝儿、麻豆腐，那反正都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还下功夫呢？这得下功夫。报菜名麻豆腐都上来了，我这是今年新款的啊，没听说过。得下功夫练，您就没好好练。说学逗唱，逗很主要啊。那是啊，说相声的不逗。没意思，那就是没跟俩人站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嗯、啊，对口的《人民日报》那怎么听啊？对不起大伙儿，哎，唱、啊、唱什么呀？唱的是太平歌词，那、啊、这是我们本宫唱。那有人说了，唱歌、唱戏，嗯、啊，唱小曲儿、唱大鼓，嗯、啊，这是学唱，哦，这属于学。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对啊，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嗯、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开始唱这个，嗯、啊，后来呢，唱着唱着吹水花，你知道吗？站在水花里边唱啊。您这行了。您这口吐莲花，哎哎，对对，有机会咱们来了这个啊，算了吧，啊，算了吧，我这跟他们不一样，我用铁棍打，你知道吗？人家罗锤是瓷实，行了，这我得自己来这个。还有这个学啊，都说学啊，怎么叫学？怎么叫学？学说话也是学，啊，学表演也是学，对，学方言也是学，各地方话，学唱也是学。哦，在这里边，我认为方言是比较重要的一门功课。哦，地方话，不会说地方话，嗯，不算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哦，那也叫倒口啊。对啊，嗯嗯，你看咱们普通来说都讲普通话，对，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语言。这叫什么呀？嗯，隔河不下雨，十里不通风。哦，方言不一样，各不一样。嗯，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话。哦，北京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迁，这还变不一样是吗？清朝末年，清朝的时候，嗯、走到街上，你听俩北京人说话，嗯，跟现在就有区别，是吗？那会儿来说，北京城八旗子弟居多。哦，提笼架鸟。有出了茶馆，进澡堂的，一天到晚就这出，嗯，没别的事儿、哦。人见面也是，有的是充分的时间，废话说的相当的多，哦，聊出来全没用。街上胡同口啊，张三李四哥俩瞧见了，哦，这一聊天，嗯，干嘛去兄弟？哎哎，大哥，我这刚喝茶去了，哦，上哪儿喝去了？这不是门口那个太玉茶馆，上那儿喝去、嗯，别上那儿去呀、啊嗯。他这个黄铜壶烧的水啊，没有紫铜壶烧的水好喝。哦，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嗯，我净跟这西北角那家喝、哦。那成，哪天我上您那儿去？您今儿这是干嘛去、啊？赶紧家走，我跟刘二爷约了，下午瞧那蛐蛐去。要哪个刘二爷？嗯，就是那大胡子刘二爷。你甭听他了，他说话没谱，这儿说话得上西直门听去。嗯，明儿您瞧蛐蛐上我那儿去。啊、我那儿几个沙河流新来的好胡子，还有几个哥们儿，您讲咱这玩意儿地道。嗯，行嘞。哎，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去吧。嗯、你嫂子和面了，中午咱们烙肉饼吃。不行，我们家今儿西葫芦羊肉馅的锅贴儿烤着呢，烤西葫芦炫成丝儿，搁着羊肉获得了一包。呵，这边吃那边拿剪子嚼耳朵，您都不知道，就这么香的，去不了了，家里忙着呢。这不嘛，下午你弟妹说了，想出去还买几块料子，买什么料子？嗨，就随便买点，做几件衣裳什么的。那这么着吧，明儿早上起来咱们茶馆见，我给您留地儿。那当然了，咱哥俩焦不离梦，梦不离焦，这不胡家将说的吗？什么胡家将？杨家将这么说的。我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呵，你瞧，你说想起来了，是杨家将说的，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明儿见你了，明儿见，净废话啊，好吧。有用的都没有，一句有用的都使不上。哎，辛亥革命之后，嗯，满清王朝倒台了，有铁杆庄就没了，嗯，这些八旗贵胄们都得出去干活去了。是，还是这俩人胡同口再碰见，嗯，就简单多了。是吗？干嘛去？拉车。完了，嚯，干活挣钱吃饭了。
没有这么些个时间了。哎，这北京话听得有意思吧？好玩啊！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方言土语听不到了。土语过去来说，溜溜的，什么挠鸭子了，嗯，褶子了，姥姥，这个很少能听得到了。嗯，那这是北京话。离着北京往东40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有啊，通县呢。嗯嗯，通县说话跟这儿又不一样了啊，有口音了啊。你这离着40里地，对对对，就改了。我有一朋友是那儿的，聊过天是吗？啊，他们管这个没过来，没过来，咱们都说没。于谦来了吗？嗯，没来，没来，没来。嗯，通州不这么说，他说什么？没来来，没来来。于谦呢？嗯，没来来。说我没来，那、啊、没来对吧？还得加来啊，没来来，没来来，多这么一个字儿。哎啊，哥哥不叫哥哥，叫格格。哦，我哥哥，我格格，叫格格啊。我们有一朋友是通州的，嗯，我家里哥几个呀？啊，我还有三个格格。哦，我问他，你爸爸是皇阿玛？什么呀？皇阿玛像话吗？趁仨格格吗？啊，离开北京240里地到天津啊，天津说话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口音就重了。好多朋友聊天，嗯，还说你个天津人说话爱说骂，爱骂，敢骂，你敢骂？哦，那个骂，他这闹不清楚什么意思呀？一个口子边，嗯，一个麻花的麻字，念骂。对，在天津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是吗？啊，俩人见面了，你干嘛去？我不干嘛。那怎么骂？干嘛呀？什么呀？说什么呢？他们俩人就听懂了啊，外人一概闹不清楚。对了，全糊涂、啊，什么干什么，打算怎么着，好了坏，都能拿这个骂字来代替。哦，啊，天津街头俩人碰见，你听吧，俩人说话热闹，是吗？很幽默啊。怎么说？干嘛去，大哥？那赶看戏去了，是吗？好吗？呵，一大花脸啊，一三流胡，大花脸拿俩嫩嫩锤，三流胡拿白拉杆，俩人打见一热闹啊，骂戏就是不知道骂戏。哎。看明白，闹了半天没瞧清楚啊！这是天津、嗯、啊，到这个经常到安徽去做节目、哦、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发现安徽人说话有特点。安徽有几个字儿说不清楚，哪几个字？滋、鸡、湿、丝，闹不清楚。这四个字闹不清楚。你、哦、比如咱们这儿说，嗯，买一只老母鸡，嗯，老母鸡，到他们那儿叫老母子。老么子，嗯，皮肤的皮，皮叫呲，我呲啊，费多的劲儿啊，够狠的，有假牙都得脆出去是吧？好嘛，行了，呲，那么着事儿了，呲、啊，洗脸，洗脸叫死脸，死脸脸啊！我上安徽去住一朋友家里边，嗯，早上起来喊我洗脸，嗯，大哥，死吧。死了！哎，你先来，你先说。开始啊，过去。死。合肥有一个绕口令有意思。哦。从肥东到肥西。嗯。这是两个地名。哦。合肥的东边，合肥的西边，俩地方。肥东，哎，从肥东到肥西，嗯，买了一只老母鸡。哦。搁在河里洗一洗，一洗净是皮，花了1.44块。哦，这是咱们说，用合肥话一说，你听不懂。怎么说呢？从肥东到肥子埋里子，老母子搁到湖里死一死一死嘎死，死花里块死嘎死。什么乱七八糟的？外语这是啊，听不懂，闹不清楚。嗯，不过这个安徽方言还是属于北方语系的，是吗？北方语系。哦，包括这个河南方言，我认为有意思。河南，河南方言多有意思，是吗？干啥去你？啊，那干啥去？啊，那美国总统布什啊，就说这个嘛啊。干啥去？不时说河南话，还请一河南家教，你知道吗？嗨，教这普通话不老地道的，这家教不怎么样啊！我上河南演出去，嗯、早上起来看着卖着胡辣汤的，哦，一边吆喝一边卖，听着河南话，这个甜呐，有意思。嗯、胡辣汤北方北京没有，对，河南当地喝这个多，地方小吃，什么海带丝儿啊，嗯，豆皮儿啊，对，什么这个乱七八糟一大锅，海带什么都有，煮的挺好，嗯，拿个勺跟这儿，哎。胡辣汤，胡辣汤，哎，有香有辣，胡辣汤。怎么了？挑出一只袜子来了啊！锅里啊，长筒丝袜。哟，胡辣汤，胡辣汤，那这海带也不茄就猪，你看，嗨，是
彩带吧，那个脑子快呀！啊，起这飞智啊，都搁这儿了，这一波都卖出去了。要说好听，我认为山东方言非常有意思。哦，山东话啊，山东不同地区啊，不同的方言。哦，咱们有一段相声叫山东话，哎，学的就是山东胶东人聊天。是是是，两人街上说话跟打架似的，还那么梗，他的话硬。对对对，不过山东方言有软的地方。哪儿啊？比如说山东济南。哦，那首府啊，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啊。对对，两个人说话听得很幽默，啊，非常有意思。是吗？今天这样，嗯，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学一回山东济南人说话，好不好？这个，咱们怎么还俩人学？这一个人学表达不出来，非得俩人来。哦，那这么说是有情节。他有一个小故事。哦，咱们两个人岁数差不了多少。是，哎，按照年龄来说呢，你大我一岁，我长一岁。哎，我呢是你的父亲。对。哎，不不不，行了，别说了啊！什么呀，您这是怎么了？我长您一岁。对呀，怎么还您是我父亲？这很神奇啊，这个，对吧？我听着也是很神奇，是吧？就你慢慢琢磨，怎么琢磨呀？你偷着美去吧，你啊！我美什么呀？我这多可乐，这个啊！什么呀？你情节故事需要是这么安排的，怎么就这么安排了呢？咱们两家人是济南的两大富户，哦，都有钱。我们家非常有钱，嗯，你们家也有钱，但比我们要差一块。哦，两家还是邻居街坊，两个孩子一边大，嗯，你父亲为了攀高枝跟我们家把关系拉近，让你管我叫干爹。哦，干爹，干爹不是亲的，啊，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是吧？这也没什么踏实的，这就宣愤了，这就知道吗？行了，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嗯嗯。后来呢，都长大成人了。嗯。我到北京做生意。哦。你呢？结婚之后也到北京做生意。嗯。但是由于你自己本身不太检点。哦。吃喝嫖赌抽，沦落街头。嗯。无意中，咱们两个人遇见了。我已经是一大老板了。哦，你富有了，发财了。啊。看见你跟街上衣衫褴褛、沿街乞讨要饭，因为这种关系，我是他的父亲，大家知道是吧？所以我别说这父亲了，知道吗？啊，我受不得啊！我这个人最看不了这个，嗯，我就决定周济你。两个人话来话往，这么一聊天，大伙一听跟说相声似的，啊，那么有意思，有太好玩了。哎，行行，好不好？好好，咱们这就开始了。哎，好。哎呀，你这样儿也不像你，我啊，你这又白又胖的，你这那根本也不像一个要饭的呀。那您看，你把这个扣解开点，这扣，哎，这解开，这扣解开，这哎。啊，简简单单的，你需要哎，啊，服装上咱们，哎，你看，好，这系上一下，这样稍微就好多了，嗯，啊，哎，对，把这个解开吧，啊，哎。这个好比说就是衣衫褴褛，哦，就这样了，做比成样，是吧？好，好，可以，嗯，还是不太像啊，这个太整齐了，我看看，哎，你们谁带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大褂什么的，有没有小一点的啊？你们小的太小也穿不进去，就是，简简单单的啊，您这还简简单单的呢，看看，哎，我觉得这种料子比较适合你，是吗？称得上是料子呀！啊啊！我觉得这个料子比较合适。来来来，来来来，来伸袖，伸袖，还有袖啊？哪有袖啊？来，好，这好，这个还贵不在贵，你知道吗？哎，这有这么一个，当时就见形啊！哎，还挺款式哈，还款式呢，这是特意给你裁的，你看了吗？没听说过。这还有一点小的装饰品饰物啊，还有饰物，这是得有一点，没有哪天天也冷，你知道吗？你这个说实在的啊，这就讲究多了，你看吗？你们孩子那戒了吧？这是不许瞎说啊！这是给狗铺地上那个。不如戒指呢，你哎呀，那哪儿学嘛来的？这都是这个脸也不像啊！你这正很精神，这满面黄光的，你看黄光还精神。我给你有一点小小的装饰啊，小小装饰。这个化妆来说呢，这是很主要的，艺术形象塑造的一个化妆离不了，你知道吗？嗯嗯，这是很主要的哈。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管它什么玩意儿？玩意儿呗，这是。你把这头套摘了，
把这头套摘了。我这是头套啊，我这是。这是什么呀？这原来那儿的头发。我说买头套买这么稀的啊。嗨，头发掉了。这个要饭也不能这么整齐的小分头啊，是吧？那怎么办？这是很哎呀，我不想这样啊，说实在的啊，我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您不想这样，您带着这东西来。哎，这谁放这儿的这东西？很神奇，这东西啊。于老师，于老师来，咱们试一下这个造型啊。让大伙儿看看，来。这打扮出什么模样？我也没看见这自己。这有点那个武状元苏乞儿落魄的那意思是吧？要了饭了吗？这个我也得稍微化化妆啊。您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啊。哦，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不像这玩意儿。有个帽子吧，啊啊，这当我那礼帽是吧？啊，当礼帽。好了，用得了这么些吗？围巾啊，这是围巾。你看过《上海滩》吗？看过啊。这许文强啊，而且我这好在就是长了呀，他能随时去一块儿。对，您说这许文强啊，许文强啊，我看着像马桶成精了，谁告诉你？好不好？哎，行，好吧，这样吧啊，我这是大烟袋啊，啊，这号大烟袋，你拿这个，我拿这个，这你要饭抱那砂锅啊，对对对，这到我这都这么破呀、啊、你。烟袋 啊烟袋，我打这边大街上走过来啊，啊你从这地沟里爬出来了啊，我去这地方啊，你跟街上，你正工作呢，我上个地沟里工作呢，你捡吃的，这就来了啊，好好好，来吧，那事儿那的，你说，呀，这不是个狗吗？谁是狗啊？不是，你看谁是狗啊？怎么了？怎么你这烟家不是狗？谁是狗啊？我这词儿就是这词儿啊！你学名叫狗啊？学名叫狗啊？大户人家学名叫狗，你知道吗？那我小名呢？小名叫狗子。啊、嗨，就甭小名了，咱就叫我喊你答应啊！答应，我喊你，你得答应，你得喊我。哎，你不是我干爹吗？你得说出来啊！要不大伙儿不知道这关系，知道吗？知道还得叫啊！你看，你要嫌麻烦，我还得重教你，要不？哎，别、啊，好眼见，留眼晃。啊，行了，不要那个。呀，这不是个狗吗？哎，你不是干爹吗？哎。咱待着多痛快，你看了？是你痛快，我可别扭了呢。孩儿啊，你怎么要了饭了？啊，对呀。哎呀，怪可怜的。是啊。好几天没吃饭了吧？啊，都老没吃了。我可看不了你这样的。怎么办呀？我心里不是滋味啊。那您看。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怎么办呢？我把眼闭上吧。哎，闭上啊，睁开吧。我问你，看不惯你闭眼呢？我得管你啊！你得管我呀！孩儿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你看怎么了？多少年没回家了？我十年了。十年没回家了？对呀。家里事你都知道不？说嘛事了？你也不知道？这不是跟我说呀？了不得了！怎么了？那一年家里出事了。说嘛事了？闹了天去了。哦。哎呦，那个雨啊，那个雷呀、啊，咕隆隆咕隆隆，咔嚓一个雷呀、啊！怎么？全村里劈死20多个老头啊！我劈死老头了，20多个老头啊！怎么回事呢？那都是坏老头啊！做嘛事了？那都是跟儿媳妇不干净的老头啊！嗯，那全给憋死了。先生啊，我爸爸没事的。放心，你爸爸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人好啊！把你爷爷憋死了。哎，行了，回来了。这个大伙儿都说了。还说呢？说顶了个顶，顶了个顶。啊，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遇见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劈死了老头儿臭流氓。哎，行啊，你就别说了。那个俺爸怎么样了？你爹呀，好着呢，好吗？你爹可了不起啊，好吗？天天吃的饱饱的，没事他都练着打圈啊。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出去，他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啊。那为嘛呢？他为了耍流氓，还这个呀？吃饱了喝足了上村口大树后边一站，打那边来个女的，你爸。
粑粑往外边一蹦，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拿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啊，是把那个女的吓坏了，吓着了，一下子把刀都抻出来了，抻刀了，是个练武术的，好嘛，追着你爸爸满村的跑啊，摁住了，打嘴巴子，那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好家伙，打的你爸爸跟个王八蛋似的。哎呀，这也挺打呀，就不用往前说了，打的你爸往前跑，一下子掉到粪坑里边都淹死了，掉粪坑里了，张着嘴下去了。哎呀，全村人都说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呢，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哎呦我的妈，就是大伙儿都说了啊，表了个表，表了个表，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愈加一我了、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淹死了老头臭流氓，表了个表。不不，你别说了，嗯，那个俺媳妇怎么样了？你媳妇啊，络腮胡子那个、你媳妇络腮胡子？不是，你哪个是你哪个？怎么我娶了媳妇走的呀？哦，娶了媳妇走的。对呀、全靠你媳妇儿了。是啊，你爹也死了，你爷爷死了，那么大的家宅谁管着呀？对呀，全是你媳妇儿管着。哎、开了客店了，哦，十里八村的这些个流氓光棍都上你们家来了。是啊，大伙儿说了，点了个屌，点了个屌，这就甭讲了啊！我们家改妓院了，是怎么的？点了个屌，点了个屌啊！什么点了个屌？好啊，好啊。那我呢？你有了办了你？我怎么办呢？你想好不想好啊？想好，你得周济我呀！干哪一行你都得往心里去啊！对呀。要饭也能挣钱呀、怎么挣钱呀、你这样不行啊，你给我出个主意，有几句词你把它学会了不？有词呢，你得这样说呀。我怎么说呀？好可怜，我咬了饭，怀里的包着黄瓦罐，连三天我是没吃饭，饿得我这个紧等隐形硬底的砖，你有那老太太吃不了的烧饼干，小孩子抖落的包子馅，珍珠玛瑙翡翠串，来这么十几串，身上冷不是打战战，你有那狐狸腿面衣给我几件，我这不是太阳饭，饿病少的这出汗，照这样说有三天了，发财了，打死你了，对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西征梦》，表演者郭德纲、于谦。都是听相声来的，哎，人不少啊，我很欣慰啊，老词儿，多来吧，多捧啊，对，多捧他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相声演员，于什么来着？忘了，于谦，哎，对，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进行时有什么关系？闹不清。于谦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没有，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多捧。这位还真相着我。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好，弘扬真善美，对，藿香正气，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就是有人叫藿香正气什么？您说的就不对，哪有药材相声？反正好，说相声好，好就完了吗？太好了，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啊，我坐行你们这行子。这什么词儿啊？这个坐行这行，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哦，您不是干这个？你不知道？我哪知道啊？哎，你瞧我这身军装，哎。您这军装啊，这是？我是一个军事家。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哎，都知道啊。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似的？军事家。军事家上桌子干嘛？你看，您干嘛呀？敬礼。您这是敬礼呢？这是敬礼。怎么了？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什么呀？您这是？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带着枪？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你也得有那玩意儿啊！手榴弹一块钱六个，我先扔你100块钱的。嗨，没那么便宜。不尊敬军事家啊！我们这到哪儿去？呼啊！嗨，知道？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是吧？嘿，
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嗯，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没听说。我是老河部队的。什么部队人呢？老河部队。老河部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哎，你不看电视啊？电视上有吗？世界有老河部队啊。嗨，维和部队。什么叫维和？维持和平啊。老河呢？不知道。老得维持和平啊。哎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这部队，我说实在，老得维持。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知道吗？哎，啊，你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紧紧我这武装带。武装带都杀里头。你不知道啊？不知道。1997年啊，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嗯，都聚在一块儿。什么叫法人呢？您这各国负责人啊，这首脑，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吃早点的日子，首脑，大伙儿聚在一堆啊，大伙儿开会啊，世界上乱。哦，净这些搞乱分子，知道吗？搞乱的，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有我。哦，当时就定了，定了，找一地培训吧。培训得找一个哪国家？上哪儿？瑞士，瑞士不干。哦，我们是中立。哦，不掺和，不接待这个。哎，法国怎么样？不行，法国忒浪漫，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您上那儿干嘛去？日本啊，吃生鱼片怕闹肚子，全毛病。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美国。通县，通县，通县的是国家吗？通县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许你侮辱通县。怎么了？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嗨，人家都不挨着，这都喜欢在通县这儿，喜欢就去吧。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啊！我们这100来人都聚在一块儿，上通县了上课。嗯，跟我们上课的老师谁呀？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你别说了。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他上完将就下士卖去呗。好嘛，卖大将来，卖大将干嘛？没上士，老师。早晨都站齐了啊，站齐大伙先做操，知道吗？还练这个，先做操啊，然后做眼睛保健操，全想起来了。都做完了，唱校歌，校歌都站一块儿唱。哦，你本是万门后，上岗的人品是真秀啊，敢领我播放的诚心，养不着吧？别唱了，别一高腔，什么高腔啊？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这我们校歌，校歌啊，校歌评戏，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哦，人发一本《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哦哦，就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哎，太不礼貌了，您这孙子兵法是啊，他就叫这名字啊，学都学完了，学学了有一年多，嚯，毕业之后啊，就地解散。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也没有单位要我们，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怎么弄这不是？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哦，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哦，都散了，那走吧。后来出事了，出事，美国有一大楼，嗯，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都闯了，世贸大厦怼烂了都。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啊，急了，这才着急。哦，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不至于，找吧，啊，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我找，还世界一片和平，嘿，哪有啊？没有，不好找，人才少。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什么名字呀？跟总统说啊，中国北京有一郭德纲，找着你了不起，军事奇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嚯，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爷。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找吧，找我难了，怎么呢？我没有电话。
话，我没电话，没电话，我用一 BB 机传呼台就停了，你知道吗？什么通讯工具？这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下功夫。那天我跟街上打电话，哦，哎，后边有人来我，哦，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哦，嚯，一女的，啊，漂亮啊，嗯，外国人，呵，金发碧眼，漂亮。我说等会儿啊，嗯，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啊，没打通多少钱？啊，啊，公用电话。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啊，怎么着？郭先生你好，嗯。你和不这这啊！您刚金发碧眼呢？废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闭眼，瞎子呀！对对对，那才漂亮什么呀？好看着呢啊！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搭档的事儿啊啊！打仗时来坐坐坐坐坐，来马路边上就坐下坐坐。什么意思？打算花多少钱吧？嗯嗯，给你1000万美金，嚯，让你打仗去啊！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什么叫干得过？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连表都没有，抱着一表来。嗯，一摁，叮，现在是12点。来，拿着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到点吃饭，咱们吃饭去吧。嗯啊，凯宾斯基，嚯，不能丢中国人的脸。那倒是，凯宾斯基。上好地方，旁边那削面，哎，嗨，刀削面，来来走，吃饭去，坐在这儿，来四碗面啊，四碗，三碗大一碗小啊，他吃一碗小的，嗯，我吃两碗大的，嗯，还一碗呢，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好嘛，一家子饿嗝，伙计，啊，你拿辫子算过来啊，还吃蒜，包蒜，嗯，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嗯，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哦，还得写字据，掏出合同来了，嗯，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嚯，明晃晃，夺人耳目，嗯，冷森森，要人胆寒，哇，这杆笔啊，是怕你吗？这个30来万，是吧？嗯嗯，好，许久没写了，啊，签字，嗯，你得先给我点钱。管人要钱，得给定金呢。哦，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个黄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有定金？他说先给一部分，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这个说有给十的，啊，10%，给15%的，15%，20%的，20%，30%的，那30%啊，我得给50%，那不少，多吗？50%不少。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啊，给我吧，啊，把这50%给我看看。对，是这个。不，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啊！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嗯，就一张50%的，就50块钱呢，美金，美金也不像话呀、啊！这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啊、这事儿定死了。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走。10号，查着你去哪儿？嗯、我回大使馆。我回大使馆。你怎么走？嗯，我坐300。哎呦！过300回大使馆呢，这个燕莎这块凯宾斯基这儿没有300啊，就是啊，有一辆区间的，嘿，好嘛，这外国人这儿还挺熟。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搀着，嗯，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回去吧，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啊，你没见过我媳妇儿，没有，漂亮，是啊，高个，嘿，大脸盘子，嗯，瘦眉毛，大眼睛，黑灿灿儿，哦，他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哇，看的呀，还。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怎么1000万美金，有钱了，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啊，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开什么店？咱们干一公司做买卖，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嗯，当老板，嗯，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干嘛？我挨个骂，过瘾呢，这我要报仇啊，天天骂着带红箍骂，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干嘛？我媳妇儿扫厕所的，换工作啊！我得给你安排啊！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哦，买10块钱的水疙瘩，50块钱也不经花，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啊，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都吃水疙瘩，周日翘点青豆啊！嗨，不怎么样。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嗯，都7号。7号，他让我10号走，哎，3天，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就走。哎，太早了，我住的远，我住的石景山里，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我走着去吧，走着上机场啊，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啊，直升飞机，那好啊，你这玩意儿啊，直升飞
飞机接您一人啊，嗯，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飞行员？飞行员？啊、对对对，戴大皮帽，对，风镜，哦，大口罩，军队啊，嗯，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去了，那不是口罩啊，皮夹克，嗯、啊，大皮靴，飞行服啊，嗯，坐着抽烟呢，嚯，嗯。别抽了，来了，咱走啊，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您这什么飞机啊？这干嘛？把手套戴上。哦，你坐稳了。哦，我知道，坐稳了。我吊着，我吊着，吊着好了。他这个椅子这有根白绳子头，头一蹬这个。这飞机也是柴油的，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哦，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嗨、嗯，我很痛快，嗯，飞了十分钟，飞机缓缓下降，那怎么就落下来了？加油！飞十分钟就加油啊？开到加油站去，嗯，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嗯，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这边，这边。掏出钱来啊，加30块钱的，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油箱小，小也不能那么小啊！拿过那大枪来啊，屋里头看这表，嗯、啊，走吧，也就这么会儿。一带绳头，突又起来了，开了有40来分钟啊，回头问了，哦，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你是没去过，你呢？我也没去过，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俩不认道的，这怎么办呢？这啊，要不咱俩问问，问问，哎，问问吧，问打听道啊，你捏闸呀、啊？您这越说越不像话，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下去了，下来吧，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美国西部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哦，我赶紧过去。嗯 ，Hi，Hello， 会这 ？Hello， 嗯、啊，老头一回头，嗯，打、啊，好嘛，刚到东北，这是哪儿啊？问问吧，铁岭。铁岭。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还有站呢，老张，嗯，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村长知道。估计他不认道。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嗨。这爱植物学什么事？回到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啊，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哪有呢？那么些针，各种仪器，指北针、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这还落后？去那儿咱们就先进的办法。什么先进？扔鞋吧。哎，走，奔这边开。比那还落后呢，我听你的，突又起来了，直奔美国，不够折腾的，开了半年多吧，半年多，加了70000多回油，嗯，小油箱，终于到美国了，哦，还真到了，飞机上往下看，嗯，没错，没错，怎么底下横幅写着呢？写什么呢？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郭德纲师傅，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啊啊啊！飞机缓缓下降，嗯，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啊，还跑，刹车坏了，嗨，跑吧那就。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啊，把门开开，嗯，咱俩把腿搁外边秃噜着，这当刹车呀？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没听说过，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秃噜了，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好嘛。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这位还真实诚，行吧？
谢谢啊，谢谢啊，甭客气了，你这算工伤啊。行行行，我走了，我走了，走不走？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不得蹦吗？打飞机下来，嗯，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哦，穿着制服，嘿，中山装，见见来了，大皮包，啊，大鸭舌帽，啊，过来了，白宫的这是。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这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那是啊，接下来了，嗯，好，等您好好些日子了哈。飞了半年了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嗯，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嗯，总统都急坏了。哦，好，接我那车呢？车，咱们打车。美国打车呀？打车，行行，这儿有车，拦车，对，这一块六的不能坐。美国出租也一块六啊，总统好算计，这不给报啊。哎，一块二的来了，一块二的来了，一块二的，车门开开。嗯，我才不坐头里呢。怎么坐头里得结账？嗯，坐后这份算计。好，嗯，车直接奔白宫。嗯，一会儿功夫到了。呼，这个白呀，刚刷的浆啊。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白宫门口站着二十来人，有男有女的，哦，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是是，记者呀，哦，媒体，对吗？哦，我要留神说话，哎，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对，丢中国人的脸，想得周到。往下一走，嗯，这帮人全过来了。说什么？师傅要盘吗？卖盘的呀，这是媒体吗？这个，你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哪儿有啊？他们迈步往里边走，嗯，正当中大水池子啊，洋灰池子里边假山，哦，呲水，白宫里头底下有横幅，哦，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上台阶啊，上台阶，白宫正当中十三弄台阶啊，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哦，一看我来很高兴。嗯，白了进来，连着钱进来，没喊脱光啊？哎，脱光了，那不澡澡堂子是怎么？你还懂这个？啊，礼貌啊，礼貌。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在内屋呢。嗯，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哦，你也打菜来你？我说对对对对，干啥去了你？行行，别龟孙，别说了，骂街，有事说事啊。什么呀？啊？你说，这说什么？布什怎么这味儿啊？布什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嘿，不怎么样，还以为这就普通话呢。啊，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人没瞧见你了？你这还说啥？这等着你嘞！打仗的事儿，你行了行了，你打仗你啊？普通话怎么样？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您学普通话都说不这么利索啊？我难受啊！行，我这事儿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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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哔哔机响啊，不时那台没停，这啊，阴险的，嗯，阴险的。挂着链子，嗯嗯，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什么事儿都这个，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吃饭，嗯，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今儿为了你来吃海鲜嘞，先点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龙虾我今儿吃你的啊，好东西，跟那块走，嗯，哎，地下室是食堂啊，哦，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在那儿，嚯，大大龙虾！哦，今儿我算来着了，吃吧，我玩命吃啊！嗯，今儿不就干的我，你知道吗？光吃龙虾，吃饱了没法命吃。嗯、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哦，就这龙虾碟子一米四，大呀！好，光龙虾我算着，啊、一千来个，包吧，呵，麻辣小龙虾呀，辣的。行了，太辣太辣，那点出息呗，太辣，吃，高兴啊，嗯，那个郭先生，先别慢吃，嗯，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赢了，赢了，死啊，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嚯，你瞧，嚯，委任令39号办，嗯，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是不行。我穿四衣的，啊、买鞋呢似的。正说着呢，啊，听地面上，哦，敌人进攻，这就来了，呼，恐怖分子来了，哟，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太明目张胆了。是，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啊，我去，你去，推开我这龙虾盘子，哎，迈步来到楼上，嗯，远处硝烟弥漫，哦，这可不行，哦，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啊，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哦，德国钢盔，帽大点小，白底红环，嗯，拿起来扣脑袋上，钢盔，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了叮当，我高兴了，杀呀冲啊，夹你个鸡。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啊！吃饱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我忘了。